多好处的，当然这些好处呢，其实都属于是，比较浅的，因为毕竟真正的价值还是在于勇士队能否冲击冠军。毕竟勇士队一年呢，他这个投入呢，差不多得在4到5个亿左右，尤其明年交的奢侈税，他这个数额要比上一年更加看起来啊恐怖，所以没有办法，那就是你如果能够为这个冠军呢添砖加瓦，那就要你；你如果做不到，那没有办法，那就要不了你。但现在周琦呢，能力确实非常突出。你看打国际比赛 NBL 那些很多之前的联赛当中对手队友打这个澳大利亚，周琦不落下风，跟对方硬扛呢，基本上周琦甚至占据一定的优势。你不要忘了，一场比赛就打7-10分，这是国际比赛，不像说 NBA 大赛。7-10分，周琦一场呢也能拿下来20来分，也就是说呢，他的进攻占比差不多超过25%，是典型的一个球星级别的输出，在这个国际大赛。而且周琦现在背身技术啊、面框单打呀，以及自己的三分射术啊，都在全面成长，防守能力更是无与伦比，在 NBL 防守已经是一等一了，立棍了，防守大魔王，进攻呢？他这个手段也变得日益丰富，打国际比赛根本不落下风，甚至就澳大利亚阵容当中很多球员呢，绝大部分没有周琦的影响力这么大，所以周琦就目前这个实力呢，基本上已经可以跻身欧美的一些这个优秀俱乐部了。在 NBA 呢，这个要求可能说更加苛刻，但周琦有特长，封盖护框，进攻端他的传球和这个三分远射，空切顺下，凭借极高的臂展优势。无球空切这些东西都挺好用，这感谢啊，织田信长，非常感谢织田信长，感谢啊，织田信长送这个小熊猫，这个小熊猫象征着一种团结友爱，感谢啊，这就是这个周琦嘛，所以勇士队要周琦呢，能够填补目前最弱的一环，就内线的高度、护框威胁，而且你看这个刚刚打完这场打这个中国台北啊。这根本没有这个战斗力，面对周琦呢，完全就是被周琦啊一个人呢搅动对方的内线风云呢，无力招架。周琦登场17分钟就拿下21分，而且还有4次封盖，完全吊打降维打击。所以周琦还有用，希望能够这被这个勇士队签下。勇士队签周琦非常划算，花的钱不多。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少，因为勇士队当下篮下确实没高度，优质的那些低位，有防守威胁的球员在联赛当中普遍偏贵。那你说你要谁呢？没有啊，你接下来你还得打莫兰特吧？你想应对莫兰特，想挑一个优质的护框手，而且他又具有一定的三分威胁，符合勇士队他这样一种强调空间的打法套路。你说目前联盟当中有吗？你要挑的话，那只能是我迈尔斯特纳，问题他贵啊，他2000万，周期只有200万。你就可以签下双向合同呢，先给他一定的磨练，如果打得好，今后再提拔，风险还低，所以完全可以。周琦如果是受到双向合同的邀约，我认为值得一拼，去拼一把。这个 new b u l l e t 也这个宇哥，我有一个朋友叫王一新，平时很喜欢你的节目，生日当天漂泊异乡一人吃饭，请问是否有歌，能否为他送祝福啊？生日当天漂泊异乡一人吃饭，这很正常，属于啥呢？成长过程当中的阵痛，因为人呢往往就是这样，一旦说大学毕业或者说大学时期你过生日，你也不可能始终周围啊亲人家属啊都围坐于桌旁，给你啊唱生日歌呀、啊，怎么的晚上好好吃一顿的，一般来讲享受不到，就这种这个画面。所以这个人呢，随着年龄长大之后呢，你得拥有独当一面的勇气。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些小的温暖，一些温馨场合，但这些东西呢，你要说身为男性的话，那当然这话有争议啊。反正你得有独自面对的勇气，对不对？因此我感觉他呀，漂泊异乡一人吃饭，这对于他来讲是一种淬炼，内心呢愈发坚硬，未来啊，我感觉就能够面对一切困境了。所以这是成长成熟的必经之路，希望他能够这个顺利度过。有限的理性，宇哥回过往，如果1.5当年选择马刺跟卡着组成二人组带领马刺夺冠，是不是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剧情？关键夺不了啊！你看那马刺，你就感觉去了之后就能夺冠呢？
马刺一是什么呢？当年这个如果想要引进杜兰特，还需要腾一定的薪水空间，因为当时那会儿啊，阵容当中已经有这个阿尔德里奇了，蒂姆邓肯呢已经选择这个退隐山林了，因为当时蒂姆邓肯退隐呢，据说跟坎杜兰特加盟有一定关系，但我认为实质上跟杜兰特关系不大。就蒂姆邓肯其实15-16赛季他已经自感时日不多了，尤其作为一个顶级的运动家，他在场上纵横捭阖20年，有目共睹啊，这个实力啊，在联赛当中内线可以说都是一等一的，包括14年还能摁着克里斯波什打呢。但是15-16确实深感无力，打不过动亚当斯了，你算一算。因此那会儿这个邓肯呢，他是必然会归隐的，他感觉自己贡献不大了。因此那会儿这个再引进杜兰特呢，就是杜兰特携手莱昂纳德。问题是16-17的莱昂纳德，你要记住啊，当时的他不是鼎盛状态。你别感觉当时那会儿莱昂纳德联赛当中无解存在，防守确实挺好，进攻远远不够 MVP 的级别，远远不够，得分王级别也不够。当时的莱昂纳德还处在不断的磨砺自己身手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那会儿的莱昂纳德跟19年不可同日而语，16-17啊，16-17是刚刚打出点这个联赛名声，就是陆续的一点一点起步，是这么个阶段。所以那个阶段，如果说这是杜兰特去呀，携手莱昂纳德呗，这么整啊，那你肯定还得其他人也得有牺牲啊，你不可能说就空降完了之后你其他人都不变呢。当然你保持这个阿尔德里奇呗，这么整也挺强。三个立棍单打，就看这个还有托尼帕克，三个立棍单打再加托尼帕克，我感觉还行，差不多。看看那会儿用不用动那谁吧，动这阿尔德里奇。如果是先前后换的话，那动阿尔德里奇那就惨点。如果是杜兰特直接空降，差不多。马刺也挺有作为。大猫不是真的，宇哥今天杜兰特又提出离队申请，再次投靠投敌夺冠，许多球星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更想知道您作为他的头号粉丝，您怎么看呢？之前不谈了吗？我这个不是什么头号粉丝，我就是正常评球。杜兰特行为举止这块确实是让人感觉呢很意外，不像之前我们认知当中的一个体育竞技的运动家应该走的职业生涯的履历和路线，他呢完全是另辟蹊径了，走了一条不归路，这也是很罕见，而且一步错步不错，每一次呢都再度超越了人们以往的想象，每一次都这样。所以杜兰特呀，那接下来你在联赛当中不都是吗？你其他包括很多球队呀，一些这个顶门立户的球星呢，愈发的看不起杜兰特了，所以这很正常嘛。这事儿在杜兰特身上出现不算奇怪，之前我就已经预判到了，之前呢，我这上午不就发视频嘛，再早那会儿就预判到了，今年杜兰特肯定是要提桶跑路了，他感觉不行了，尤其随着勇士夺冠，我就基本上当时已经做出这个前瞻了，就他会走，果然走了。这个开始的蓝色，篮网在杜兰特人生低谷期给了杜兰特一切支持，现在却背刺，杜兰特是否是 NBA 75周年最无信义之人呢？是否是农夫与蛇呀？现在农夫与蛇这个名词呢，形容杜兰特与他前东家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而且呢 NBA 吕布这点可以说啊，已经是洗不清这样一种干系了。吕布就是呢，刺丁原投董卓，刺董卓又投其他，然后呢后来再背刺刘备，属于就是这种啊，处处认大哥，但是大哥往往没有好下场。得亏刘备呀，意识的早，对不对？身边左膀右臂也提前出谋划策，做出了一番准备，才没有被吕布所害呀。后来呢，甚至还要想要暗害这个曹操呢，曹孟德。当时曹孟德得亏呀，没有说心慈面软，没有说被吕布他这样一种所谓的单打利器蒙蔽住自己的战略规划。当时选择及时斩于城下，所以就是逃脱了被吕布背刺的命运了。所以你再结合吕布在，你再结合杜兰特在 NBA 联赛当中呢，雷霆相当于是丁原最早雷这个吕布的义父，这就是雷霆队背刺了丁原嘛，就把雷霆队基本上至今为止你看没看到一蹶不振呢？因为白白就走了，啥也没落下。正常来讲，杜兰特这个级别如果走的话可以。你留下的选秀权不会低于6个，就杜兰特当年的实力身手，4个得分王，1个 MVP， 你要说真是通过正八经交易的话，不会低于6个首轮选秀权，没有啥都没有，白培养。所以最终这雷霆队呢，鸡飞狗跳，整个阵容至今为止仍然深陷泥淖。这是丁原，后来这个董卓呢，
相当于谁呀、啊？相当董卓这个情况他，差点儿。董卓呀、啊，他这董卓后来他是投奔谁了？加盟董卓了。加盟的是，加盟的是那谁吧？就是后来跟谁呢？他这不太好整。他这个，后来去哪儿了？历史没有严丝合缝，反正差不多类似的意思，对不对？类似的意思，没有严丝合缝的历史。就是按照历史来讲，确实又是背刺了第二个下家了。等到这个第三次呢，就是反戈一击扎向就是布鲁克林狼王，这有点类似于谁呢？有点类似于刘备。刘备是布鲁克林狼王嘛，对不对？蔡崇信蔡老板有点类似。然后再最后呢，他想要妄图啥呢？加盟曹操，就是詹姆斯就是曹操。就是詹姆斯多少有意，是不是说我把这个欧文呢和这个谁呢吕布同时收入麾下呢？詹姆斯是有意，现在就看詹姆斯最终能不能中计了。湖人现在似乎说有要中计的可能性，看看最终什么结果。我认为呢应该不会中计，就不能要这么一个狼子野心之辈，不可能要。要吕布的话，那这个就属于啥三国历史平行世界改写了，那就不一样了，那詹姆斯可能说晚节不保了，届死。开始的蓝色蓝网在杜兰特啊之前讲了这个中年魔鬼宇哥，如果灰熊用三勾加迪龙对等薪资外加大量选秀权换杜兰特如何？交易后兰特组合场上场下综合战斗力排历史第几啊？用这个三勾加迪龙啊和对等薪资加大量选秀权换杜兰特呀、啊？迪龙他确实没什么太大意义，真说留队的话，我感觉呢也属于是莫兰特未来统领全军的这么一大障碍，因为迪龙个性这块太过于张扬自我了，他基本上眼里不揉其他人，而且呢这个球员呢这作为这个吴莫雄阵容当中的一份子也不是那么必不可少，因为其实上赛季我们看到了灰熊队没有莫兰特情况之下打的战斗力确实出色，但这个战斗力出色的根源呢也许是贝恩，也许是三勾贾伦杰克逊，迪龙呢他很多比赛他都没打，而他不打呢对于灰熊队整体的战斗力损失其实非常有限的。迪龙这个球员薪水本身呢领的不少，能耐呢其实也不大，三分远射呢基本上时有时无，他这个特点类型呢就是靠自己的积极的拼劲儿，大的动作，对不对？防守端出格的举止，靠这些东西呢支撑他在球场之上的领导力，但我感觉这些东西呢难以长久延续，不太行这个迪龙啊。只不过呢你要说灰熊用三勾直接换杜兰特的话，那我认为三勾也属于是自断堡垒，没有三勾你信不信整个吴莫雄啊那彻底就坍塌了。你换来杜兰特呢，灰熊队其实赖以生存的是什么？你看没看到整个季后赛期间勇士打的哪支球队防守给勇士带来的震撼感最十足？凯尔特人都没有这么十足，因为凯尔特人是啥呢？当然他本身是极具防守能力，只不过斯马特是个假摔分子，他这种是地板流，你像这种呢其实打硬仗有时候啊就差点。再结合什么，凯尔特人在东部晋级之旅呢已经经历了大量消耗，到总决赛有点打不动了。如果说凯尔特人是完全是精神饱满状态的话，也许他的防守能力会比灰熊强，但事实展现的效果，灰熊因为他养的更足，所以呢他在这个季后赛期间给勇士带来的防守压力这种压迫感是非常极致的。当时斯通库里要不是说这个能耐确实是非常卓越，能够一对一中距离屡屡单打得手，那勇士队差点就阴沟里翻船了。这就是吴莫雄他呈现出来的防守的震撼力。其中最关键一环是谁呢？贾伦杰克逊，他确实好用。你要说把贾伦杰克逊刨掉，用他加迪龙，你别说加首轮选秀权了，你就仅仅是他俩换来一个杜兰特，我认为灰熊队啊，他也不会变得更强。没有办法，那整个灰熊队之所以能够立足，能够跟强队长期抗衡的最主要资本是什么？主要是防守，对不对？防守啊。关键球这块有莫兰特，说实话，莫兰特他关键球的执行力啊，以及这样一种单打的效果比杜兰特强。要你何用呢？关键时刻我也不指望你啊。平时输出这块，平时攻守一体，再结合整支球队年轻人为主，年轻人在一起嘛，众志成城。你要个老将，长期就搁那休战，
你这不是一个好的结果的。因此我感觉灰熊队他现在整个体系已经陆续建立，框架非常明晰，就是年轻新军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球场气质了，没有必要自断长城，把贾伦杰克逊换走。贾伦杰克逊目前在联赛当中是很稀缺的类型，有三分远射，而且低位是联盟盖帽王，你像这个档次你能轻易送吗？这属于是极品的周期，有点这种感觉。贾伦杰克逊呢，你不能放这么个换法，对于灰熊来讲不合适。你就是换，他也不可能加任何选秀权。而且这种换法一旦达成，灰熊队我认为战绩会打得不如上一年。啊，企业这宇哥 1.5 的离队和格林对他的夸奖是否？你夸什么奖了？格林夸什么奖了？我这都强调多少遍夸奖，你一整就夸奖，前后言语你都刨掉，你就夸奖。战胜骑士那得战不一定能战胜骑士，那当然得这么讲了。你他格林攻势跟当时格林的发言他是不冲突的，不代表格林之前讲过格林攻势就意味着他能够允许自己。当你冠军已经达成，而且之前你确实是冠军当中的一个重要班底，然后格林就能对外公开讲话，当年那一个冠军虽然说曾经有你，但没你我们也能夺冠。一般来讲不能这么讲，格林攻势指的是15年夺过冠，那不是说17、18。所以那格林当时你让他怎么讲？你还在说什么这个啊？我必须得这个没有杜兰特我们也能站在旗帜，这是人唠的嗑吗？那冠军球队还怎么整？你要是团队一份子，你能讲这话呀？那这不可能那么讲话，还这个吹捧杜兰特，他当时就没有吹捧，他整个演讲他这个采访过程一直强调就是人家是加级的库里，你怎么忘了？你这要不怎么说听话啥也不听，结出来一只言片语你就讲格林说他是这个吹捧杜兰特，人家本身没有这意思，都叫你整成有这意思了。什么玩意儿吹捧？那是有前提的，动辄拿出来什么这个啊，格林奖，当时库里没到那个状态，没到那个状态，不是一对二吗？一对二有几个能到那状态的？说杜兰特当时能得分，这个达到那个状态，那是他1.08达到那个状态。格林是讲杜兰特是1.2达到那状态吗？那根本不是嘛！这玩意儿听话都不会听，还搁这在讲什么格林的夸，没有夸杜兰特，我一直就数次强调这个，很多人都根本不看原视频，前后语你都根本就忽视，截出来一段，这玩意儿就纯属颠倒是非嘛。SHOT 这个 HLL 这个晚上好宇哥，我有一个朋友叫王一新，是你忠实粉丝，过两天省考，请分析能否上岸的。王一新呢，这个一新过两天省考能否上岸呢？一新我感觉行，因为什么呢？这个参加公务员考试就怕什么三心二意，你一旦说呀自己这块手足两端，对不对？对于很多未来人生的规划，你没有说有那种坚定的行走意志，总是呢想走大道又想走捷径，这么一来最终恐怕呢就是两方面你都不得好。所以就得啥一心一意，对不对？就是横下一条决心，就是不上岸不罢休。那你要说他是这种心态的话，有这种人生大志向，而且呢愿意坚定自己的信仰的话，我感觉是绝对能够做到。而且未来真说这个成为公务员，一心也是个好名字，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嘛。所以王一心挺好，当个领导今后啊，名字就挺有说服力。嘟嘟嘟嘟，静宇，是否凯文杜兰特不相信长夜将至？因为知道纽约的火把不能照亮黑夜，只有多晒太阳才能恢复跟腱呢？分析五八和阿杜谁会是老二啊？杜兰特如果去太阳的话，他的地位呢肯定是低于克里斯保罗，因为保罗是功勋骨干，那整个球队之所以再找那会儿能够干进总决赛，保罗功不可没。你不能说保罗一无是处，我再找那会儿数次强调，就是对于克里斯保罗的评价，他这个球员呢有瑕疵，但绝对不是一无是处。你要是把他过分拔高，你就相当于啥呀？
给外界竖了这样一种攻击的靶子了。要不怎么我一向强调什么对于球员的评价，适可而止，审时度势，你别一整空位之神，你可是空位之神，说完了你算老几。放眼历史的话，你瞅你拿这点这个干瘪的荣誉，你够支撑空位之神吗？你如果没有之前这么这个浪得虚名的称号的话，没有人那么说克里斯保罗。他关键时刻就是有一点自私心态，但保罗你纵观整个职业生涯，他绝对不是一个无时无刻都是私心膨胀的球员，就是在距离奖项一步之遥的时候，他可能说会做出错误判断，没有办法，太饥渴了，克里斯保罗呀。因为他也了解外界都说我是空位之神，但结果呢，我现在两手空空，啥也没有，外界很多球迷即便说支持我，动辄一谈呢就是一阵。我之前是不是强调了，你要是拿一阵说事儿了，你就是个一流球员，你不是顶级球员，顶级球员拿 MVP 和老大冠军说事儿，你要是拿一阵说事儿，你就不够顶级球员。所以保罗呢，每次遇到这个争夺一些个人奖项的机会的时候，他知道自己 MVP 肯定争不着，那 FMVP 外界甭管咋地，这也是个谈资啊，很多球迷对此津津乐道呢。所以他感觉距离稍微近一点，他就掌控不住内心当中这种私欲的心魔了，就是放纵了一把。所以，但是保罗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他整个职业生涯呢，仍然是一个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意义的球员，对于球队的帮助呢，无论到哪支球队，其实呢，他的作为总体评分也绝对是正向的。十分打分的话，他起码是 8.5， 这就是克里斯保罗。在太阳时期，我认为绝对值得9分以上。保罗有一些短板，你不能说把他所有优势都掩盖，就怕球迷胡乱吹捧，那就不行。所以保罗还行，你像他在太阳队资格多稳呢。他目前领的薪水呢是3000来万，你基本上能对得起自己领这份薪资，整体表现还行。他就对那二当家，老大呢是德文布克，杜兰特如果去，那就是对那三号人物，整个球队不给艾顿那份领薪，对不对？再通过其他闪转腾挪的手段，如果能够接三巨头，杜兰特就对那老三，这点非常清晰的。继续往上爬呀，没有那爬的资格。你看没看到最终啊，这个三年期限已过，正如同我三年之前对于杜兰特以及篮网管理层的建议那般一样，我眼看着篮网队组建三巨头的时候，那会儿我就清晰地讲了，三年之前我就明确地表达自己观点，哈登应该树立为球队老大，欧文应该树立为球队老二，坎杜兰特只是队内老三。你如果是这种阵容架构的话，整个球队呢能够这个拥有最强最蓬勃的能力，这个不断的冲击冠军。因为哈登当时体格好，你给他足够信赖，而且整个队内次序清晰的话，杜兰特不至于打打停停，不至于打打停停，就不会形成队内恶性的这样一种伤停反馈。哈登呢也能够得以喘息，不至于说大量的劳累。那凯瑞欧文呢，夹在中间次序清晰，他能够站在杜兰特之上，内心也能得到满足。杜兰特本身出勤率可能说呢，出场时间这块应该是最低的，毕竟他得受到一定的保护。场均出场时间就是25分钟以内卡死，常规赛期间一分钟不让你多打，季后赛期间可以适当增加你的出场时间，调到28-29分钟。你要是这么用的话，那篮网队当时我感觉是无解的，非常无解。杜兰特化身队内老三，非常无解，篮网就能争冠了。很遗憾，没有人听劝，你最终杜兰特非得拉一样，靠自己立棍单打，单打独斗，想要去解决问题，结果功亏一篑。常规赛呢，自己大量伤停，对不对？勉强支撑很多出场时间，这都是白费，太过短见。一旦打长了，整个球队就崩溃了，后来就一无所获。等到三年之后呢，这回如果说真是加盟太阳的话，你不还是老三吗？你现在当老三，你还不如当年当老三，你主动牺牲体面。现在你是根本没有竞争老大的实力。当年如果说你主动说自己老三，你还有一个这个主动让贤的美名呢，你还跟当年这个孔融让梨的当代韦德一样呢。所以最终不还是沦为老三了吗？你要去太阳啊。我感谢斌特，感谢。这宇哥笑死了，我有笑死我了。有人私信骂我布朗尼，我不止一次说过我是威少球迷，我肯定不是很喜欢詹姆斯，但是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人也不是二极管，人很容易被情绪被他人左右，但还是能保持理性才难能可贵啊。这玩意儿这个都是小孩话，只有小孩才这么整。说实话啊，这个。这种二极管行为它太罕见了，你要不怎么说你这不能有这种行为，不是让人嘲笑你吗？你到底多大呀？
你的议长就说啊，怎么的这个球迷群体啊，我只能说支持库里，我不能欣赏其他球员，怎么个不能欣赏啊？那联赛当中这就一个球星啊，那其他的球星你也不至于说恨得咬牙切齿，哪有这么大深仇大恨呢？天天就整这个，整这跟啥似的，如同这个小孩这个互相之间彼此这个玩耍，这种事儿只有初中以下的小孩才能干。初中以下小孩一般来讲愿意分崩解派，咱俩关系好，你别跟他说，你跟他说我就跟你翻脸，因为这种感觉，你正常成年人哪有这么干的？你不能这么整，你多丢磕碜，你自己给自己抹黑吗？你这不是整这种二极管行为？你可以有自己观点，对不对？你不认可他这个怎么行为举止，你都可以不认可，你别整玩这个二极管这事儿，球迷群体好像这样整的乌烟瘴气的，这叫啥呢？这低幼行为吗？这不就是？那哪能有这么低幼的行为呢？而且这个库里他这环境跟保罗一样，你保罗为啥就被受到攻击呀？那不就吹的控卫之神吗？你找这再找那会儿，如果不吹控卫之神，我就是联盟当中一老本神的一个20+10的一个小后卫，哪有人攻击保罗呢？他就有点瑕疵你不会攻击呀？你现在就是因为他成为控卫之神吗？你这样一来一下这个宿敌多多呢？他控卫太多了，有几个服保罗的？库里也这样，你别见谁就要打谁，你这个球迷群体啊，你见谁就要搂谁，你这叫啥行为？一步一步往前拱，你归根结底靠荣誉说话，你其他那些东西它确实它有用，它是一种这个说法，同时呢，它也是职业生涯光辉履历的呈现，你不还得打吗？你一步一步打，人得一个一个撵，你别一步你就想把所有人都跨过去，那能行吗？你这种说法啊。冷静，你就看待球迷问题也是，你天天就把这个拔的那么太高位子呢，没有什么好结果。你那反而呢，原本是挺良好的舆论环境，叫你给整没了嘛。你天天这个那么过分的吹嘘啊，我向来都是非常冷静的，向来啊，一步一步上，对不对？再找那会儿库里这个冠军没拿的时候排到第几啊？第10名左右，拿完这个冠军干到前8，晋升2名。这拿冠军晋升2名就不错了呗，你还想争到哪儿去呢？还想要这一步登天呢？那可能啊？那一步登天你未来你还有目标吗？是不是一步一步往上撵就完了。我进来了，小博宇哥，杜兰特让我想起了林平子，他极力甚至狂暴的反抗命运，终究敌不过梅根的命运呢。宇哥，你觉得杜兰特像金庸宇宙里的谁呀？林平子，他我感觉呢，就一开始那会儿他这个才华才能啊，说实话还是不是特别够。你要说拿他对标杜兰特呀，我感觉差点。杜兰特他更像是这个岳不群之类的，倒是可能说更像一点。你要林平子呢，多少有点矮化了。杜兰特的这个实力等级呀，比这个那谁还是要强一点。你这岳不群呢，在整个这个金庸这比如说笑傲江湖那个世界里，他的排序呢正八经打他不是排第一的，但起码他也是位居前列的。后来他想争个第一，对吧？想争个第一，结果学了辟邪剑谱了，就是葵花宝典了，后来发现不行，学完这个葵花宝典呢，江湖人士没有人认可他，对不对？你哪怕赢了这个卓冷茶了，那周围人都笑话你啊，你连胡子都没了，对不对？你这是一个软人了，谁怕你呢？谁尊重你呢？这就失去一切了，就是走捷径，过于被力量所引诱，甚至吞噬。那你一旦你入了魔呀，那你这不是正常人类了，其他人也不会拿你当什么武林之尊了。凯文·杜兰特，小心徐静宇啊，不要跟变形迷这么辩论呢。昨天宇哥这个理性的让人感觉很钦佩，但是不要跟他这么辩，容易受伤。没啥受伤的，这玩意儿这个就这种这个属于什么呢？一个什么呢？缺乏这个足够的理解能力。再者一点呢，这东西我都已经是受够了，什么玩意儿呢？这些舆论简直是让人感觉哭笑不得吧。这是属于是很无脑的这种舆论，这简直就已经受够了，没什么说这个所谓的什么这个容易受伤乱七八糟，随便受伤就这什么玩意儿呢？我已经看透了，这种类似的文化，它不是很健康，这什么玩意儿？
乌烟瘴气。你暂时你要是这么整，那是太乌烟瘴气，让其他人感觉这个，你包括很多勇士这个球迷比较理性，他也感觉这我这什么玩意儿，我都不乐意逛论坛了，这天天就讲着这些东西，这个没啥意思，这种这个氛围不太好。这个伊斯银河洛呀，宇哥，如果你是蔡崇信，你与杜兰特一起出差，你是否会选择和他住一个屋？以及如果住一个屋，你是否会带武器保护自己？选择什么武器呀？蔡崇信呢，跟他住一个屋，那这个不太可能啊，因为你怎么讲，毕竟是老板呢。老板一般来讲啊，大老板跟这个员工之间呢，通常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再者一点，员工也是需要隐私的。你两者之间真是说同处一室的话，那得多尴尬呢？非得同处一室，或者杜兰特他本身有这种要求。你比如说什么呀？之前那个阶段，眼看勇士队刚刚夺冠，他跟蔡崇信一块出差的话，也许杜兰特会讲，就是说能不能说这个不要走，对不对？现在身边也没有这个好兄弟啊，包括这个自己的老母亲呢，也是远在俄克拉荷马，这个俄克拉荷马自己的家中。那这会儿怎么办呢？身边没有依靠，这会儿想哭一包，那没有办法，晚上可能都倍感孤单呢。那也许会提出这种要求啊，就是对不对？实在没人了，那就晚上还害怕这个，互联网之上也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了，所以这会儿感觉很无助吧？那也许如何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选什么武器啊？这东西毕竟涉及到真人，你哪有这么个讲法呢？那蔡老板对不对？也是，属于什么华人企业家？就你这不好讲，这没法讲。选择什么武器啊？如果是我的话，选择什么武器？选择武器，没什么选择武器。我感觉呢，就是选择一条绳吧，把杜兰特拴住，对不对？因为啥？这个阶段我怕杜兰特寻了短见了，所以就整个绳把他拴住。NBKOBABA 这个鲸鱼，软特是否会加盟凯尔特人？如果交易能换到谁呀？交易的话，单换吉伦布朗他都无法做到，换斯马特呢是他能够想象的上限，最多就是斯马特再加格维，因为格维其实也有点价值，目前本身年轻，而且未来发展方向呢定义在三 D 型球员，他防守呢摇摆到四五号位还是挺有贡献的，有点类似于什么感觉呢？这格维跟当年卡尔特人呢大宝贝儿有点类似，就说个不高，但低位这块挺能扛。进攻端呢，他比那个大宝贝儿啊还要说是更强一些。底角三分，这个精确制导确实接近弹无虚法，非常精准。所以这个格维加斯马特，这是绿军能拿出来的极限筹码了。再加一个首轮撑死了，因为斯马特呢，他其实挺具性价比，就这份合同。格维呢也挺具性价比。最多搭一个丹尼尔泰斯配平一下资产，尽可能配平一下资产。如果还得搭怀特的话，你得把米尔斯送给我，就是说米尔斯加杜兰特一块下来投奔我，这块把这个怀特和丹尼尔泰斯他俩打包出售，配平资产的话再加个斯马特，那就不给格伟了，就这么整也行，这么整。加选秀权呢，最多加一个首轮，俩选秀权我感觉都有点亏。AKIRA33QQ 感谢啊，这 AKIRA33 感谢啊，这个稳基啊，这你觉得现在 NBA 里谁是稳基稳压呀？稳基稳压怎么个稳基稳压呀？稳基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特别稳的，基属于哪种性格呢？他本身就叫，对不对？也就是啥，他平时说一些垃圾话，但是呢往往还能够兑现，就是总是口出狂言，但是这种效果呢还如他所愿。你像这种稳基呗，那有点类似于以往呢就是迈克尔乔丹拉里伯德，现在阶段的谁呀、就是说了之后就能兑现。你要从这个角度，那斯通库里也够，对不对？之前那会儿上赛季败了之后下赛季我们就要争冠嘛，说到做到就可以。你要说这个稳压呀，压属于哪种呢？就是过马路你看没看到压非常有秩序走直线，属于哪种呢？就是团队成员
就是虽然说也是一个腕儿，但在联赛当中呢，属于是核心团队这种领袖，又有点类似于 GDP 的老麦邓肯这种感觉。这个压呀，每一步迈的挺稳，对不对？走直线，而且不声不响，就自己做自己事儿。你像这种呢，可以说蒂姆邓肯吧。你要说现役啊，现役目前联盟当中谁有这种类似的个性呢？领军带队还不声不响，尼古拉约奇吧，差不多。约奇有点这种感觉，尾压吧。坤坤有时候也讲豪言，坤坤，你比如说之前夺了冠了，你看他咋放话的？我这个不走捷径，我不这个组团打三巨头，然后争这种简单冠军，我不这么干，我就是留守原地，走一条最艰难的路。这是当时字母哥夺冠之后香甜这种这个怒放的誓言。所以这个字母哥其实是挺具励志效果的。字母哥是垫过脚，那不也是竞技之神作为背后的主宰嘛，对不对？也属于啥呀？替天行道了，替竞技之神，主宰篮球场上的一切。如果你不配赢，如果你本身这样一种行为举止，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为了冠军愿意牺牲一切的球员，你就不配赢。竞技之神背后主宰，鬼使神差，当时这个凯瑞文落地那一下被电伤了，没有办法嘛。凯瑞文说实话被电伤挺遗憾，但说实话结合他以往这个行为举止，他其实那会儿也是吊儿郎当，那整个球队正是全力备战争夺冠军，结果呢屡屡不告而别，突然间玩消失，这是当时凯瑞文。反正任何之前呢你欠下的孽债呢，后续最终都会找回来，因果报应嘛，屡试不爽啊。因此字母哥你也不能讲就是这个球员真说有那么不堪，而且你把这些玄乎其玄的东西抛开，当时那一幕起码就目前尊重史实的话是一次意外，字母哥不是有意的，这是史实。为啥是史实呢？首先字母哥他说自己不是有意的，史蒂夫纳什作为篮网队的主教练，他站出来主动替字母哥开脱，说字母哥不是有意，他只是笨拙，这是史蒂夫纳什讲的。欧文杜兰特相继站出来原谅字母哥，说这事儿不是有意的，是不是这样？全队作为受害者一方主动放弃了申诉的权利了，那你说历史是不是得给字母哥怀以公道呢？他就不是有意的，人家不是坏，就不是有意，鬼使神差，只能理解为鬼使神差。所以字母哥堂堂正正夺得的冠军，你要说受伤意外哪年没有呢？对不对？人家是堂堂正正，你出现意外了呢，你赖我呀？你全队都没说我是故意呢。所以字母哥是挺堂堂正正的，一人一城最终夺得的冠军。字母哥当时没有受到外界的引诱，要加盟这个加盟那个，最终组团啊，这种冠军他完全也可以，完全可以。但你真说给自己内心带来的满足感呢，他肯定不如自己这个坚守一方这种满足感那么极致呀。字母哥挺释放的，当时啊，一定程度上呢有一定嘲讽效果。当时字母哥确实堂堂正正，垫脚就是垫脚啊。你是史蒂夫纳什，你还是凯瑞文呢？人家都站出来讲了，说字母哥不是故意，你非得说他是故意的？你是法官呢，你当事人呢，你都不是，对不对？所以字母哥人家就是这个不是垫脚。你什么叫洗呢？你尊不尊重事实呢？史蒂夫纳什站出来咋讲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如果说对方真是故意的，你看球队这个带头人他都怎么说话。史蒂夫科尔当时他站出来说啥？说迪隆布鲁克斯他过界了，对不对？说你这种行为举止他是属于是恶意犯规，属于明显是有意的。为啥呢？这个事儿你就可以给迪隆定性，你可能是有意的。对方教练站出来不满了，你不是有意的吗？是不是这样？但史蒂夫纳什都原谅了，你怎么能说人家是这个有意的呢？明显不是有意的吗？垫脚也能洗，你不尊重，那你说怎么个垫脚也能洗？联盟当中伤病这事儿多了，问题当时篮网队是不是原谅字母哥了？是不是纳什第一时间站出来洗的字母哥？他先洗的，人家是受害者，人家原谅的，你还搁这说啊？字母哥是故意，他是垫脚你也能洗？纳什站出来洗的，不是我洗的，人家受害者，人家替这个人家这个加害者一方主持的公道，说明这只是一次意外，是不是？就这道理吗？你还说啥呢？那你还搁这讲究说他是这个故意的，人家不是故意的嘛。
你要说纳什当时像科尔一样站出来公开指责坎杜兰特，包括这个凯瑞文，他们深远想要主张得到一种公正，那你最后那可能说成为悬案了，或者说什么你可能就故意的，对不对？人家都已经受害者哭天喊地了，没有最终啊。SMOJJ 啊，这个你好，我的偶像是杰拉尔德·华莱士，请想听一下你的评价。杰拉德·华莱士就是当年跟那本·华莱士，他俩搭档内线，他俩都有很强的防守。这个杰拉德·华莱士呢，低位蹲防，对不对？他有这个宽厚的臂膀和这个坚挺的身躯，再结合身高臂展这块也挺有优势，护框盖帽。早些年间，这个啊，杰拉德·华莱士。不是拉希德·华莱士啊，杰拉德·华莱士是哪个华莱士？这个蒙住了，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本·华莱士和这个拉希德·华莱士。杰拉德·华莱士，杰拉德·格林有，杰拉德·华莱士有叫杰拉德吗？就是拉希德，是不是？是拉希德。拉希德·华莱士之前在开拓者还当过球队老大呢，斯科蒂·皮蓬还给这个拉希德呀，打过下手呢。拉希德呀。打过下手还行，怒火天尊。再之后在热火队也效力过，当时热火三巨头嘛。拉希德·华莱士在热火队时期好像说还混到一个冠军呢，好像是当时是应该这2012赛季吧，应该是混到一个冠军。拉希德·华莱士，三毛的杰拉德·华莱士，三毛的印象不深了。杰拉德·华莱士印象不深。杰拉德·格林呢？杰拉德·华莱士印象不深。5587，这个请问宇哥呀，杜兰特有没有可能与葫芦球手重聚费城呢？如果可能，费城夺冠前景如何？没有可能性，因为费城你指望他送走谁？送走马克西啊？你不开国际玩笑？费城马克西是未来的球队支柱，送走马克西这个牺牲有点太大了，因为毕竟是小年轻，刚刚上赛季打那么好，未来前途无限。他1.90米左右的身高，今后确实能担纲起一个这个核心后卫的角色。你现在贸然动他，杜兰特你就一年使用期限。很有可能的，你未来杜兰特肯定是越打越不行，你这么整的还得了？而且这怎么处关系呢？哈登跟这杜兰特再度相遇，什么玩意儿呢？之前杜兰特已经将哈登伤了个底儿掉了，他确实不值得相交这么一个人，我认为不行。这个走楼梯啊，这个宇哥，我发现你左嘴角起了个火门痘，是不是听说杜兰特可能去勇士级的？如果杜兰特真的再次不要脸降临金州，他的风评和历史地位会如何呀？他这个如果再次降临金州啊，我这个不是，我这是之前再找那会儿，那是他这是那什么，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疱疹，就属于那种这个口唇疱疹，是这种感觉。至于说这个谁呀、啊？那个他重新降临金州勇士啊，降临金州勇士目前没有条件呢。你他咋降临呢？4年2亿，除非先退役，要不然的话去不了金州勇士。你别感觉杜兰特现在是个香饽饽，怎么的？人见人爱呀、啊，人家多少想打他两眼，因为杜兰特以往那会儿他场上这个单打独斗啊，真说二三号人物干的可能还不错，打他两眼。但你要说漫天要价，人家不可能说照单全收的。那只能说适可而止的，结合当下杜兰特的年纪以及他出勤率，你适可而止的要价，对方可能说还有一定的兴趣，但勇士绝对没兴趣。勇士铁三角出谁都不行，你别动辄就谈出德朗德格林。很多球迷还讲交易格林，交易格林，按你这个理论，那库里成谁了，对不对？按你成谁了，打得不好就交易呗，是不是？那你之前你这个竖起来的道德模范标准那成啥了？因为一句话说错了就交易呗。啊，你这说法那水浒传那不就还得盛行吗？得亏库里夺冠了，要不然他带动不了，就这么这个被动的，属于说啥呀，就是属于是很蠢的一种这个舆论风气。你得亏库里夺冠，库里要不夺冠呢都带动不起来，你这么愚蠢的舆论风气，这叫啥玩意儿呢，对不对？你还交易格林呢，
再者一点，海之堂呢，格林没说啥呀，这家伙简直，你怎么的文字狱啊，这简直跟文字狱一样，你家你这想法呀，还格林说一句，你瞅他就这样，文字狱都没有这么厉害。对于格林这个事儿啊，人家说一万句了，对不对？之前那会儿说一万句，格林整个职业生涯关于库里没说过半句错话，就这一句，而且还是前后语都有这个前提条件和后缀的，很多球迷就是很愚蠢的把中间截出来，就这么一句，前后语都给排除不要了，对不对？然后动辄还讲啥啊，格林就不应该这么谈，你这么谈就是授人以柄，啥玩意儿呢？人家有前言后语的，你不让人谈呢，那你让人谈啥呢？对不对？这家伙这文字狱都没有这么厉害，叫你整的。沙月，这个某论坛勇士专区造谣，我说过库里拿七冠军，纯属扯淡。这帮人的什么玩意儿都敢造谣，这帮人啊，甚至要对你进行骚扰攻击啊，希望小心保护自己。你这要不怎么说是邪了门呢？这都是纯属邪门，这是滑天下之大忌，这都是。要不怎么说这到底是什么风气呢？对不对？整的让人可气可笑，这帮人啊。大空头高进呢，这个仓库都在低谷，球迷才能共处。这时矛盾在外部的度，一旦一方成绩有新突破，黑粉趁机裹挟膨胀的球迷踩另一方，仓库合作抗度平衡被破坏啊。仓库，你别整这玩意儿，你好像说这个仓库都在低谷，球迷才能共处啊。这时候矛盾主要是在外部的度，现在这个一方成绩有新突破，然后黑粉趁机裹挟膨胀球迷踩另一方，那意思现在杜兰特不行了，就是啥呀，杜兰特跟这个什么库里勇士都没有这个直接的竞争关系了，然后呢就把这个矛盾主要集中在詹姆斯身上，矛盾集中在詹姆斯身上行，但是你不能说啥呀，啊，你要把人家搞臭，对不对？把这个人家名声搞毁，你通过这种方式你战胜了，这叫啥呢？你得是啥？就是正常来讲打呀，对不对？你的荣誉你得先撵上啊。之前一直强调是，库里强于杜兰特，重点在于什么呢？库里本身就是老大冠军，我一直强调都是荣誉首先一点，库里就比杜兰特他硬。俩 MVP 你有吗？你来之前勇士夺了冠军了，你有吗？你没有啊。所以荣誉本身库里就压杜兰特，之前一直我都强调这个，荣誉本身压杜兰特。你要说你现在这个杜兰特不行了，对不对？他现在已经这个没有根基，腰杆挺不直了，你的詹姆斯可能都成为你目标，实质上一步一步超越，你别上来就对标詹姆斯，你首先一点现在荣誉有差距啊。再者一点，你要是荣誉有差距，你慢慢撵呢，对不对？你一步一步再拿荣誉啊，你这么个撵法就完了呗，你没有必要说这个什么两不相容啊。这是但凡生活当中啊，或者说什么你在逛什么论坛的乱七八糟，你就看其他很多人就讲，什么这个啊，你要是库里球迷，你就不能说詹姆斯半句好话。你但凡听到这种言论啊，你就不要搭理。这明显小孩他真实年龄不会超过12，真实年龄，你要是有这种言论，真实年龄不会超过12，什么玩意儿的小学生互相之间，小女生啊，互相之间就。咱不能说小女生小男孩啊，就互相之间搞这种这个小团体，你跟这个好跟那个近的，你扯淡呢，这都是正常就打比赛，你积累荣誉，后来你一旦积累荣誉够了，那历史自有公断，对吧？那历史自有公断。这个 TJ 科德呀，宇哥对杜兰特性格把握如此准确，是有杜兰特这样的朋友吗？还年轻时候自己也曾误入歧途啊。我呀，有没有杜兰特这种朋友啊？那没有。生活当中，对于杜兰特，真说他这种个性的人啊，那你这个
差一些，当然也不是不能接受，因为怎么讲呢，他生活当中不像说这个竞技场你互相之间有那么紧密的战斗关系，就是说什么互相之间必须得是团结一致才有可能争夺冠军，因为争冠就这样，整个团队必须得稳定铁板一块，你才能够众志成城，形成一种啊，就是所有人达成一种这个极强的凝聚势能，就是你不能说什么就是各自为战，而要说呀每个人的进攻能力呢结合成一把锋利的利剑，对不对，这么打才能击溃对方。这 NBA 篮球呢它肯定是对于友谊啊互相之间关系要求更高，生活当中对于杜兰特这种类似性格的人，他如果真是有这么大能耐的话，我感觉呢这不是不能相交，因为有时候生活当中是这样，水至清则无鱼，你生活当中啊水至清则无鱼，他不像说咱俩一块打球，对不对，这是两码事，水至清则无鱼，但你没法跟他走得太亲近，走得太亲近你肯定是最终被他伤害的，就对待杜兰特那就不能走得太亲近就行。这绝大部分勇士球迷啊，他没有说什么这个外界讲的说什么这个都是这个小学生，不可能，绝大部分勇士球迷都是这个很成熟的，因为据我了解就三十来岁的很多人他都是非常欣赏库里，因为库里就三十多，库里的很多支持者都属于什么从二十多岁开始就看库里球，然后看到三十多岁，绝大部分这勇士球迷都是很冷静的看待问题呢，他比较全面，他不会说所有都是这个太小，但是很多特别一看的就是低幼言论，有些言论一看就非常低幼很幼稚，那这就没说的是那就低龄球迷，很有可能就低龄球迷，低龄球迷你也不能怪他，那他本身年龄小那你咋怪呢，但绝大部分都属于是非常理性的这球迷啊。绝密伏击，宇哥，2021年篮网夺冠的最佳时期，为什么那时不站出来力挺哈登老大？为什么杜兰特不像韦德支持詹姆斯一样？哈登错付了。杜兰特对于自己他有点要求，就是说不愿意甘于人后。他之前在勇士队那会儿，他感觉自己是个材料，对不对？在勇士队他也能够鸠占鹊巢，事实证明根本做不到。你看没看到克莱汤普森根本就不捋他。这个汤普森呢，当时在2018年。颁发总决赛 MVP 奖杯的时候，汤普森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最多给你保留一个看破不说破的一个基本体面，对不对，我脸上稍微带点微笑已经是给你最大的认可与支持了，不可能说上前再对于你进行一番长篇大论的祝福了，所有人集体欢呼雀跃高呼 MVP 这种盛况不可能在杜兰特斩获 MVP 奖项的情况之下出现，因为周围队友都心里有一杆秤，你这样的就是个外来人，再者一点呢，真正的球员他都了解到底谁在场上最具价值，那不库里替你负重前行吸引的双人夹击对方全场夹击的库里吗，那你拿这个什么 FMP 之类的，你拿这个奖呢，你面对的防守压力也属于是低级别的防守压力，你解决的问题那跟库里这个承担的防守重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周围队友都了解，那个阶段包括小年轻啊什么这个乔丹贝尔之类的，整个肢体语言呢看着这个总裁说到什么总决赛MVP最终颁发，原本每个人的肢体语言都非常兴奋，一听这总裁讲啊背靠背获得，当所有人傻了，对不对，所有人傻了，没有想到又是给这么一个外来的叛徒，队内的降将，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远远瞧不上的这么一个这个很软的软蛋又给他了，其实看来这个奖项还是太过于专注表面，没啥太大意义，这个奖项当时就没有一点庆祝氛围都没有，打那一刻杜兰特可能说就是感觉到了，就是在勇士队实质上自己终归是个外人，因为还是那句话，投敌降将 MVP 级别巨星当了投敌降将了，你就是能耐再大，你加盟的一方在人家眼中你也是被我们打服的，你也是被我们征服的，属于什么战利品，你是个俘虏，你说你这能耐再大你不也得是干点体力活吗，你这拿绳拴起来，对不对，正常来讲干点脏活累活这就可以了，你敢这骑在我们头上那就容不了你了，没有办法，因为你这行为举止太软呢，所以杜兰特后来发现不行，你这么下去呢确实也不能怪勇士队很多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这种行径谁能看得上呢，所以后来就想要在篮网队啊自立为王了，但是没有这能力，没有金刚钻，勉强想揽瓷器活，后来发现最适合自己的定位还是当个老二老三。
所以他那会儿就没有这个让权给哈登嘛。其实，在篮网队三巨头组建第一年，最合理的搭配方式，出于争冠目的，最合理的方式其实是凯文杜兰特当老三，哈登当老大，欧文当老二。如果我是主帅，我一定对媒体公开讲，杜兰特是个跟腱断裂之人，像这样球员当老大，球队毫无前途。现在你已经签下了连续多年的顶薪合同，你必须得服从于团队。你敢炸刺儿，我就将你交易，或者说啥，你敢炸刺儿，我就将你电屁。我如果是主帅，我一定这么讲。为了团队的利益，团队利益至高无上，不能让杜兰特为所欲为。你是来篮网之后你想当老大，没有办法，哈登已经来了。再结合你屡屡受伤的这种不堪的身体，我就公开放话，就把你摁为队内老三，登场时间常规赛最多25分钟，就这么让你打，前40场让你打个替补，我看你接不接受。你敢炸刺儿啊？你要不要脸？你刚签完顶薪合同，你要不要脸？之前在勇士时期你就是当了叛徒，怎么的？这会儿你还想背刺呗？你还想背刺我呀？我给你顶薪合同待遇啊，我让你咋打你咋打，你就是老三。前40场打替补，后40场打首发，最多25分钟。季后赛我多用一用你，这么整符合篮网队最大的理论。史蒂夫·纳什没能耐，不是铁腕的这个主帅。我如果当主帅，铁腕自决。哈登你就是老大，欧文你就在杜兰特之上，这样他俩都满意。欧文甭管咋地，我在杜兰特之上感觉挺得劲儿。就杜兰特，因为没有办法，你跟腱断过，我就让你打老三，这么打法是最好，那就夺冠了。哈登有可能啊。2连冠我认为都有戏啊，如果这么整挺遗憾当时没整。我就我要不怎么说，纳什是个软人，纳什也是个软人，啥也不会，就是唯唯诺诺，就好像恨不得天天就是属于啥呢，这个一见到杜兰特当时双膝就跪倒上去请了个安，有点这种感觉。啥不是那史蒂夫纳什根本没有铁腕自己的这种能耐，你这就叫你管的这个团队乌烟瘴气嘛。到最后啊，那会儿像我这么讲，不惯着杜兰特早就夺冠了，不惯着杜兰特呀。杜兰特其实也没有办法，那主帅公开叫板，对不对？我如果是主帅公开叫板对着媒体讲，你就这么做对团队最有利，我就是这么执教的，怎么的你还想翻了天呢？超级巨星你怎么的，你好使啊，你好使你当年投敌，对不对？你看他到底怎么办，你有呢你怎么的，你拒战呢，拒不出战呗，那你是不是职业球员呢？就这么整。你本身没有球迷基础，雷霆球迷，恨不得这个生啖你肉啊！那雷霆球迷啊，当年你这个背刺雷霆多深一刀啊！至今雷霆没缓过来，在重症监护室，目前这个插着各种管，对不对？暂时看不到未来呢。你正常来讲换的话，6个首轮，你啥也没给雷霆留，白白培养你大量子弹位，结果你走了。这勇士呢，你不也背刺斯蒂芬库里吗？像你这样的，你哪有根基呢？在篮网队你胆敢造次，篮网球迷群起而攻之，届时你就舆论呢没有你立锥之地，你敢不敢反对我？不敢反对我，我就这么要求你当队内老三，时时卡着你出场时间，就不让你多打，这么能保持他那个长期健康就行，就能争冠呢。我给你拿瓶可乐。你仔细翻我这个3年前视频，我是不是这么讲的？当时我就这么讲的，我讲了史蒂夫·纳什他作为主教练就得有这种铁腕，让杜兰特当老三。你包括我这个上什么有球必应跟这帮人辩论，我就讲了，杜兰特他这个就之前那个跟哈登刚刚携手没打几场伤了，歇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那会儿我就讲了，再复出我是主教练，我就把他15场时间限定在25分钟以下，这样一来不至于打打停停，这么整最好的。结果后来那没有人这么干去。当时这个按我说的早夺冠了。关羽的刮胡刀，感谢啊，成为舰长。就我进来了，小夫，贝吉塔行星被贝弗利毁灭，贝吉塔甘心为弗利萨效力啊，塞尔人队伍里一直被孙悟空压制，和孙悟空合体悟吉塔后大杀特杀有什么寓意啊？
那就有点类似于你讲的库里杜兰特呗，他俩就是这种情况啊。杜兰特对不对？他属于什么？这个屡屡背叛之前自己的盟友，加盟对方嘛，加盟对方。然后库里就孙悟空呗，孙悟空确实不争不抢，对这个贝吉塔一直以来属于啥？宽仁的胸怀，容纳贝吉塔他的野性。然后这个将其降服啊，或者说什么也好啊，这俩人确实，有过合体。但是贝吉塔最后阶段他还是基本上愿意这个跟孙悟空一块打，情况还不一样。强壮的可达雅，宇哥说说当年火箭要送周琦单防杜兰特，有没有希望打赢勇士啊？那不可能。那当年呢，杜兰特说说这个杜兰特在的时候打火箭呢，其实打的效果真是其实一般。你当时你要不准说被假象蒙蔽呢？那勇士队正常打，我就是正常的传接体系，说白了怎么摁不住这个火箭呢？对方有个克里斯保罗，你吓得要死。现在动辄一谈呢，就是当年的休斯顿火箭怎么无解。哈登首先点确实极其优秀，但说实话，火箭队的牌面无外乎是双核，哈登配合上一个这个克里斯保罗。保罗什么档次？说实话，就那一年的保罗，2017-18没有克莱汤姆森厉害。你承不承认吧？你说他比克莱汤姆森强，开什么玩笑？那会儿汤姆森是愈发走向了自己职业生涯巅峰的高地，他明显攻防两端摁着克里斯保罗打。斯通库里有没有哈登强呢？毫无疑问呢。这一点他俩之间交手数次，你看哈登赢过一回没有啊？哈登就其他人他都不怎么害怕，但是打库里真是没赢过，这是事实吗？所以你就是双星角度的话，勇士队明显强于这个火箭。另外还有德拉蒙德格林呢，2017-18其实格林防守端首先仍然是 DPOY， 进攻端有点瑕疵，但是瑕疵不像说后来那么大。那会儿格林呢，但是你看这个火箭队呢，旁边最多就是个卡佩拉，卡佩拉没有篮球智商，而且说啥呢，他一旦说打这种高级别比赛，对方能够无限换防了，卡佩拉啥也不是了，就是冲击篮下吃饼根本就做不到了。因为对方基本上无限换防的话，哈登打挡拆就被破坏了，他只能蹲底角。二龙西主式的中路挡拆配合打不出来了，这是之前卡佩拉呀。所以卡佩拉呢，他进攻参与感不够，他没法大量作为一个就是高位的一个球权支配的中转点，因为他篮球智商在进攻端达不到格林那个层次。这是当时火箭和这个勇士队实力对比，而且那会儿勇士队阵容当中什么伊戈达拉尚有一战之力。再结合其他的各路球员呢，也都不错，整体配置并不比火箭差。如果就正常打传接体系，我认为勇士队啊打的效果会比杜兰特在的时候，因为杜兰特在勇士队实质上就打了一年好球，就是16-17，16-17确实是完全没有展现自我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个性，凌驾于团队之上这种事儿没干。但是17-18开始大量凌驾于团队之上，那会儿格林他妈都看出来了，说杜兰特你就是个毒夫，对不对？在场上破坏了球队体系，大量的张手就要球，上去就单打，结果导致整个勇士队啊，库里的能量呢没有尽显出来，就让杜兰特大量单打给毁了。当时，这是那会儿杜兰特，其实没有他的话，打火箭呢17-18完全能够打得过的，因为没有杜兰特情况之下，勇士打这个火箭呢。常规赛加季后赛，总计勇士队是20-2，总计20-2，就这么惨烈，就互相之间的这种这个战绩对比，打了这么多场没怎么输，就是勇士队啊。但是有杜兰特呢，战绩打得非常焦灼，甚至几乎接近这个5-5，这就有杜兰特。那你说一目了然吗？没有杜兰特，那勇士队常年是摁着火箭打的，所以这效果最终其实并不好。就是打总决赛呢。打总决赛，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勇士队啊，经历之前上一轮的艰难了，所以总决赛坎杜兰特多少呢有所收敛了，就打法风格，再结合呢整个这个骑士队他防守兵力的配备呢，他这个也有点缺陷，那就打的效果不一样。但是没有杜兰特打这个火箭没有问题。没有杜兰特打16-17的骑士，如果没有杜兰特打16-17的骑士有可能败，没有杜兰特打16-17，但是17-18的骑士绝对不足为惧，17-18就詹姆斯老哥一个，旁边凯洛恩都走了，17-18骑士绝对打不过勇士，即便没有杜兰特也照样打不过勇士，但是16-17这个不一定，16-17骑士还是比较强，但是也是5-5，那会儿没有杜兰特就留巴恩斯了。刘巴恩斯要么就是自由市场之上引进什么这个吉米巴特勒之类，这么打的话我感觉还是5-5。
一无所有啊，这个阿宇蔡老板有可能是直播间老观众，假如建档老观众中有一个是蔡老板的小号，最有可能是谁呀？请详细分析并对小蔡做出指示。小蔡做出指示，最有可能是谁呀？最有可能是谁？最有可能啊，不太可能的，我感觉。最有可能是谁呢？这个，如方对 FMVP 如此钟情，是不是说也是基于此才组建的这个杜兰特呢？围绕他为核心的，可能性不大吧？这可能性不大吧？这个 Winter 宇哥审核不通过，我也懒得发了。篮球终究只是茶余饭后谈资，总归不能把生活全部交给篮球，让篮球凌驾于生活。你也别理那些人，我没什么理不理那些人，我正常还是讲我的体育，我心情的各个方面是不能受到影响，因为我这个，包括这个谈库里啊，谈什么詹姆斯啊，包括谈杜兰特啊，这其他欧文呐、啊、克里斯保罗，完全按照我一如既往整体的逻辑框架，对不对？去进行这个讲述的。很多人还把我这个早些年间呢谈的一些视频，你比如说关于勒布朗詹姆斯前言后语，对不对？你得看前言后语。当时詹姆斯呢，在这个2010年组建三巨头，巅峰三巨头，当时确实是巅峰三巨头。那个阶段，因为是我再早那会儿啊，我对于这个凯尔特人他的印象呢，07到08到底是不是巅峰组队呢？后来我是进行了一番重新这个论证的，就是看了。当年07到08组队之前那个阶段，阿伦艾弗森不对，雷阿伦他场均应该是26分，加内特呢场均应该是22+13，皮尔斯场均25-6，那哥几个也是巅峰尾吧，当时。MOSHEN 的格林原话，梅杜战胜不了骑士，拿不了冠军的，你为什么说他说的是可能战胜不了？你就是战胜不了，你让他怎么讲？梅杜战胜不了骑士，拿不了，你让他怎么讲啊？他那意思，那没有杜兰特，我们也能战胜呗？那不就是说之前那会儿，事实上就是说最终已经夺得了冠军了，也就是说当时杜兰特是冠军一份子的情况之下，你把他摘出去，你说你们也能夺得冠军，你这不啥话呢？按你那个逻辑，按你的情商，应该当时就讲没有杜兰特我们也能争冠的。其他队友怎么想？你考不考虑影响？你这是格林攻势之前，格林他都没有讲的那么难听，因为格林攻势无外乎你没来之前我们曾经拿冠军，但格林可没有讲，就说你来了之后我们拿那些冠军，把你排除掉我们也行。你这种讲法那不太伤人了吗？这哪是团队当中一个这个争冠骨干该说的话呢？什么乱七八糟，没有什么战胜不了骑士，当然不能说战胜骑士了，说战胜骑士那不就你没有你我们也能夺冠吗？是人讲的话吗？尤其现在勇士还要争冠呢，那你逻辑他都得这么讲，前队友都给抨击个遍呗啊，你这么个说法啊，没有杜兰特能夺冠，那言外之意没有其他那些阿猫阿狗不全能夺冠吗？对不对？当时杜兰特甭管咋地是个腕啊，没有他都能夺冠，其他那些你爱谁谁都给扣完了，其他那些对不对？没有汤姆森的也能夺冠，包括没有什么这个其他伊戈达拉，那全都边角料，那你都攻击面太广了，像你似的攻击面这么广啊，真说像你似的这种攻击面这么广的整法，那勇士队更完了，那勇士队那土崩瓦解的更快，像你这说法啊，可能这么讲吗？什么为什么不说可以争冠但是很能打呀？什么叫为什么不说可以争冠但很能打呀？可以争冠，你不还是一样吗？没有他我们也可以争冠，你不还是一样吗？这叫什么这个理论呢？要是你的话，你要是格林，你要是这么讲啊，你配当更衣室领袖啊，啊，你配当一个这个争冠王朝当中这个铁三角之一啊，是人讲的话吗？你包括蒂姆邓肯什么帕克啊，再以及什么这个科比啊，他们什么时候讲过当年冠军当中的一份子？他什么时候讲过没有他我也能？什么时候讲过？你可以说之前没有你我们夺过冠，但你要说已经成为事实了，你在的时候对不对？你在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争冠的果实了，当年有你那我就不能把你摘出去，我把你摘出去成啥了？
这卸磨杀驴嘛，这属于是啊。你要说你没来之前我们能拿冠可以，你不能那么讲话。科比什么时候讲啊？当年其实这个我们争冠那年没有阿泰斯特一样争冠，那阿泰斯特当时就得急眼，凭什么把我摘出去呢？事实证明有我夺得冠呢，你不就这么简单吗？你还按你那说法的是，他得那么讲，他那么讲勇士队更惨。勇士队啊，你现役很多球员呢，那就完了。我之前一直强调，为什么杜兰特当不了球队领袖啊？因为他在离队之后，他说了，队友都是阿猫阿狗，这就导致杜兰特在队内没有威信可言了。人家其他人人人自危，未来一旦离队，我也是阿猫阿狗之一，这就是效果，这就是后果，甚至是啥？你未来通过再多言语努力，你挽回不了。你比如杜兰特，我在场上我是不是讲，就这样球员当球队领袖的话，球队不可能有任何团结的这种意志。谁敢围绕你身边呢？未来我肯定就是你口中的阿猫阿狗。如果格林真是讲这话了，他就成为第二个杜兰特了，都是阿猫阿狗，对不对？周围队友，你别说杜兰特这种得分王 MVP 级别的了，他没他我们一样夺冠，其他那些碌碌之辈没你们照样夺冠，哪有这么讲话的？你看历史上有没有一个这么讲话的？那冠军球队，尤其王朝球队，核心班底有没有一个？你别说杜兰特这级别，他把贾迈尔麦考摘下去，格林都不可能说。啊，没有麦考，主持人当时，你比如说这届雷迪克要使坏，贾瑞麦这个谁，帕特里克麦考，一般般的球员呢，当时在你们勇士队打过球，格林呢，你感觉当时要是没有这麦考啊，你们是不是也一样夺冠呢？格林当时警惕，你几个意思？你什么玩意儿叫没有麦考我们也能夺冠呢？格林当时肯定讲，没有麦考我们不一定，对不对？不见得能夺冠，麦考挺重要，一定这么讲的。这凯尔特人小啊，宇哥，我加入凯尔特人与大太子塔图姆组成双子星是否有根啊？不可能，现在塔图姆他跟这个杰伦布朗他俩这个巅峰期正好这个重合，那多适合呢！未来争夺冠军的话一点障碍没有，就俩人一块步入生涯的最佳状态，你这未来大有可为。东部今后很有可能是属于传统豪门波士顿凯尔特人的时代，因为雄鹿舍不得花钱，这点这个硬伤啊很重。尤其未来，你真说这个米德尔顿呢签下一份合同，包括这个字母哥接下来，真说再签就是另外一份续约的话，那整个薪水就非常膨胀。他这个王朝后劲儿差点，字母哥，凯尔特人没问题。嘟嘟嘟嘟，鲸鱼分析一下什么样的一个球员能让西蒙斯从口中说出 easy money 啊？这个让西蒙斯都鄙视，是否可以在2K 中除名或者脸上打上马赛克啊？Easy money 嘛，就是说他其他人都是这么讽刺杜兰特，都其实这种积怨已经已久了。这是因为勇士队刚刚夺得冠军，把杜兰特之前那两个冠军的含金量呢极尽可能的压缩了，所以很多人基本上不再顾及杜兰特了。这就说啥？很多人就这样，一旦说啊这个舆论这块呢，你压力不大了，他才敢讲话。但是我呢，向来都属于啥？你看杜兰特之前那会儿正是这个被捧上神坛的，我照样，对不对？什么玩意儿？这那舆论压力纯属扯淡。当时那会儿没有多少人再把杜兰特这个根本问题给讲出来，我就讲出来了。我说这是个软蛋，就是 NBA 这个顶级球员里啊，事实证明是这样。其实无数球星内心当中早就想骂街了。你就是个软蛋，你以为这个我们都看好你是咋的？莫兰特嘛，跟杜兰特，那我身为兰特，说实话，我感觉有点颜面无光啊。我怎么能跟你这个名字这么相近呢？所以当时莫兰特都讲 easy 嘛，你们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个刚输了你就逃了，又逃了，又加盟这个数一数二的球队了，这是软蛋行为。现在很多人不藏着掖着了，你就这路货，你就也就能干这事儿。詹姆斯当年干的跟杜兰特完全不一样，詹姆斯都是草台版的重新创业，是这种感觉。他是捡现成的，杜兰特呀，他你看他如果说不主动说啊，就自己的下家是太阳热火还能强点，他居然说把自己的下家定义到太阳热火了，这事儿是事实，提交给篮网，篮网看完哭笑不得，你跟当年投敌勇士有什么区别？还是个懦夫，当时就错翻了眼皮，怎么相信你？杜兰特这个事儿做的也是比较愚蠢，你怎么还能主动要求去这俩球队？你哪怕你这等着篮网队交易你，你也比这强啊！你主动要求交易去那俩，看来也是等不及了，还是想走当年那条老路。
库里重伤往后你就真空口白牙，没有杜兰特任何可能战胜布朗，你没有杜兰特任何可能战胜布朗，你继续给格林解释一下什么没有杜兰特任何可能战胜布朗啊，没有任何可能，你怎么的这话有问题是咋的，那你那讲法没有杜兰特我们也能战胜是不是就这意思呢，那不就把那什么给讲有问题了吗，就我们不能战去对不对，这有啥问题呢，而且你平白无故拿下一个顶薪呢，你了不了解这叫什么逻辑呢，你平白无故扣一个巨星下去，你说你还能摁着对方打，这事本身就显得有点奇怪嘛，天天这讲究这玩意儿，你都把你耳朵哥给扣没了，你占据的合同你扣个杜兰特，对方是不是也得扣掉个欧文呢，你才合理呢，你对不对呀，你平白无故你说我这块少一个杜兰特我还得摁着对方打，那意思说对方是不是啥也不是，你怎么没有这种这个情商，也没有这种按你讲法我把对方赢了之后我得把对方贬低，他就是个窝囊废，我把对方赢了之后啊，我刚一赢完我就说对方是个纯属窝囊废，整个历史没有这么软的球队，我们刨掉一个顶级照样按着打，你说冠军有没有含金量啊，你冠军还有没有含金量啊，你扣掉杜兰特对方扣掉过欧文的话，当时那个格林可能讲你要是这么整咱俩各自讲个顶薪，那我敢跟你打，凭什么我这块单独扣掉一个呢，你没扣掉我就还能战胜你，你成啥了，我打的是总决赛吗，不就这么简单道理吗，还乱七八糟这点东西都掰扯不明白呀，这不对等啊，本身他就凭啥我扣掉一个呢，你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感觉啊，这个很多球迷一整就讲啊，这个詹姆斯什么呀，这个跟浓眉啊他俩搭档啊，没有浓，你把浓眉扣掉你那年你夺不了冠军，凭啥扣掉呢，没了我可不多得不了冠军吗，包括这个啊库里，你没有克莱汤普森你打不进总决赛，我凭啥没有呢，是不是我队友我凭啥没有呢，你不就这么简单，你没有我打不了那怎么的，这是话合理啊，没有我就是没打了，库里没有汤普森我就没干进总决赛，那怎么的，我丢人呢，事实我就打不了吗，但问题凭啥扣掉呢，你凭啥给我扣掉一个顶薪呢，你说你让我还能战胜对方啊，这本身这他提的问题他就是有问题的，你怎么讲，而且还你还得顾及队友感受呢，对不对，你要是扣掉一个麦考，格林可能讲我们也许能战胜对方，但他不会讲没有麦考一定能，他绝对不会讲一定能，你要是扣掉个顶薪，我凭啥扣掉顶薪呢，你扣掉顶薪完了你还要赢，你是什么逻辑，你天天呢，雨说万物徐道宇感谢啊，这都知道是什么，已经神经了，这个地步啊，天天这口着，你看格林讲多少话，中间这断章取义整出来一句还有没完没了，还搁那磨磨唧唧的，就格林这点事还磨叽没完呢，你这是讲格林整个这辈子他讲库里他讲没讲过半句错话，这句话他有前因后果，你瞅你这帮人这个样啊，天天的场上打得不好你归场上，场下格林说啥了，铁三角当中其中之一，你感觉这对于库里是好事啊，还搁这无脑解读呢，这解读的成什么玩意了，你自顾里于什么境地，现在呀、啊，这本身的格林是重要一份子，他说的话顶球迷说一万句一百万句，你还搁这解读呢，什么这个杜兰特强于库里，你这么个解读方式，那格林说的比你有价值多了，那格林是这意思吗，按你讲的格林他就是这意思，如果他就是这意思你就别变白了，你一百万个球迷没有人家一句话好使，那格林什么身份，球队当中的骨干，他说一句话顶你一百万句，还搁那磨叽呢，爱谁谁呀、啊？这个宇哥用良心说，詹皇库里，你什么玩意儿更喜欢谁呀、啊？你问这什么玩意儿呢？这都是啊！你凭良心说，天天就这点事儿，你就不能同时欣赏啊？你怎么的？这玩意儿这个互相之间就属于啥？这简直都是问的都啥呢？是天天就问这玩意儿，我怎么的？我平时我是讲体育的，我不是什么这个某一个球星他是怎么的御用的写手，我是讲体育的，我谈的就这个，谁打得好我认可，就这么简单。最近六到八年库里成就比詹姆斯高，但你综合的话现在库里成就还没有詹姆斯高，就这么个事实吗，
天天就这玩意儿，什么就这那喜欢谁喜欢谁呀、啊？我就评价我的体育，我给出我的体系，这么个讲法，天天非得就这站队啊，一个人就得必须得就得站队，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哇哩哇哩鲁啊，宇哥晚上好！你看你最近直播手部动作频繁，比比划划，好似火影里的结印呢。一会儿能否做个火影结印手势，大喊牙疼牙呀，把宝儿，还有这事儿呢？这个结印呢，牙疼牙，他没来呀，他来不了。他下回这个挺好，可以练一练，对不对？以后就不叫他过来了，叫牙疼牙他就来，这倒也挺有意思。嘟嘟嘟嘟啊，靖宇，杜兰特是否看过你视频后了解到自己是东区红利快马加鞭回到西部这个蒋冠福地，再次碰到字母和塔兔，是否会低头耸肩不吱声啊？他现在我感觉多少有点怕了，他深感自己啊与这个字母的差距，与此同时呢，跟这个年轻的新人塔图姆啊，在当下呢，真说立于一地啊，他也感觉多少有点不具备这样一种顶级对抗的能力了，所以被这个塔图姆基本上呢也是摁着熟着。基本上是怼地上摩擦呀，事实就这样。他俩确实，而且比赛场上卡尔特人啊，可绝对不是随时随地都是二防一的，不是这样。给杜兰特很多回合就是塔图姆硬碰硬，一防一，杜兰特根本打不了。这是目前杜兰特屡屡被盖，这在曾经杜兰特身上挺少见。但曾经杜兰特就是单打这块他能够做到有所作为，但引领团队还是不行。现在反正他怕了，打不了塔图姆和字母哥了。就是来看看球啊，这个如何看待某人粉丝因库里夺冠历史地位进入前十挤掉其偶像后挑起的脏库历史，你谈不到什么就是某人粉丝，你这得多长时间的事儿，而且你这个他都已经都哪有那么强的这个存在，你这你现在还谈着什么这个挑起脏库历史地位之争啊，谈到挑什么脏库历史地位之争，这就是。你要说有历史地位的争议呢，那你就是讲就完了，或者说是啥呢，慢慢的追就完了，你就逐不断的积累成绩，然后进一步呢你有更多的探讨资本，更多的对标资本，你这么整就行了。光速逃离虐，这个14年马刺全明星和最佳阵容都只有帕克，邓肯最多老 1.5， 库里邓肯 MVP 老大冠军一样，俩得分王库里历史地位更高啊。14年马刺全明星和最佳阵容都只有帕克，邓肯最多老 1.5 啊，那不一样。按你这说法，这个16年雷霆老大应该是威斯布鲁克，他当年已阵，但是甚至就是这种这个对调的情况呢不少见。你比如说06年，你按照你这个说法呀，老大应该是谁？应该是沙奎尔奥尼尔，他是当年已阵，韦德只有二阵。但06年奥尼尔自己都讲，他是落后于韦德的，他其实是船员，韦德是舵手。再包括你像这个。早些年间谁呀、啊？这个还包括谁了？历史上经常有，因为他有的位置呢，他竞争压力比较大，所以球队老大，但你不见得呢有球队之内的二号人物，他在相应位置之上，他的级别那么高，不一定。你比如说，很多时候他这个一号位啊，包括以赛亚·托马斯，哎，他和乔·杜马斯好像还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不算奇怪。INKVVV 这个宇哥，篮网解体的罪魁祸首是谁？纳什、KD、欧文、蔡老板呢？蔡老板肯定不是罪魁祸首啊。纳什呢，他作为一个主教练，考虑到啊，他其实因为正常来讲，你像我讲那种铁腕治军的方式，不见得说每一个教练都有这种勇气，因为你一旦像这么做的话，未来有可能端不了教练这碗饭了。那我可能说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态，孤注一掷，飞蛾扑火，我有这种燃烧自己的使命感，我才能这么干。但那时不见得，对不对？你作为主教练来讲，像我那么做呢，那已经说属于是啥伟大教练才有可能这么干。但那时他干不出来。这里边 KD 和欧文，我感觉主要是 KD， 没有办法。你比如说一个部门啊，他坏了事儿了，下边有员工呢，他经常有一些出格之举，坏了事儿了。你领导干什么的？说实话，欧文呢，他坏事儿早就有迹象了。他不是说突然之间就使得天崩地裂，整个公司内部瓦解，不这样的，而是一开始一步一步，
有时候纵容啊就这样，你一次不管，二次不管，最后他无法无天了。所以你说这事儿主要赖欧文呢？那欧文一开始闹事儿就你怎么不严厉处置呢？你比如说当时欧文，你胆敢就说这个，不告而别，我立马就 DNP， 什么时候你认错，我再让你打，甚至我连球馆都不让你进。球队如果说有这种心态，外界舆论在一上，那欧文肯定就老老实实。结果他敢不敢还跟球队分庭抗礼呢？恐怕就不敢了。再包括你不打疫苗，不打疫苗就给我走，对不对？往好听了点，你给我走，大门不让你进，你就搁家歇着，我宁愿就将你交易。你看欧文这是怂不怂呢？他可能就不敢了，一步一步纵容的。那你要说谁是最关键的一个人呢？杜兰特呀，因为说的话，杜兰特自从加盟篮网之后呢，被球队赋予了极高的这样一种能量，他基本相当于半个总经理，拥有很强的拍板权。他毕竟那会儿顶薪嘛，而且整个球队围绕他搭建呢，也看好他以往的资历啊，让你统领团队，那更衣室你理应管住。球队老大就这样，你挣的最多，一旦夺冠，你受到的荣耀最丰盛，你也不能说当甩手掌柜。你别光讲说什么我在场上就是打球啊，领导力、领袖这方面的职责那是球队管理层，那是教练的事儿，不可能。那说明你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领袖。领袖就是说你得带领这支球队前进的，那更衣室出现问题，你得站出来发出声音，你得及时制止的，你没制止就是你的责任，就这样，领导负责制嘛。而且欧文这事儿，如果说他之前一点迹象没有，突然之间他就是怎么讲，很狂躁，那这个属于是他突然之间犯病了，那你没有办法，就是想象不到，但之前他就早就有这种劣迹，你怎么不管呢？一不管，不管，未来就管不了了，所以后来积重难返了。因此我认为这个杜兰特他应该是第一责任人，欧文是第二责任人，因为毕竟欧文不是队内老大，而且他是一步一步逐渐的释放了自己内心当中的魔鬼，后来成为完全谁也控制不了的这么一个人了。欧文排到这个第二，排到第三就史蒂夫纳斯，第四才是这个蔡老板。因为蔡老板他毕竟之前在找那会儿他不是篮球专业的，来了之后基于啥呢，我本身是外行，交给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是一个投资者，但他以往他可不是球员，对不对？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之前近距离的那些这个涉及到真正打比赛的相关的经验。这就是新老板想把这个活呢，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他主要负责商业的运营，但专业的事儿呢，纳什杜兰特都没干好。纳什排到第三。BARAJA 这个宇哥，胡子球手如果下赛季率队夺冠，盖棺定论的评判历史地位排名在大致什么名次？真希望登哥能夺冠一次。胡子如果下赛季率队夺冠呢？率队谈不到了，因为现在这个登哥呀，如果再夺冠呢，他就是排到这个二号人物。二号人物你夺冠呢，那有点类似于当年谁呀？当年这个凯文杰特 MVP 级别巨星，最终以队内二当家的身份夺得了冠军了，也可以。如果哈登能够做到，他的历史地位将超过凯文杰莱特，这一点是板上钉钉。如果能夺冠，在费城球人如果能做到超过凯文杜兰特，不是超过凯文杰莱特，杰莱特是只有一个二当家冠军，这也能超过。你别感觉杰莱特是无解，是无什么解，他带队常年争状元的，那连续三年打不进这个季后赛，你就这水平，哈登什么时候带队这么拉？你真说这个组队之后，那费城起码还不是三巨头呢。比你这含金量还多少十足点呢，对不对？真说都是一个老二冠军呢，谁比谁差呀、啊？哈登不比你差。开始的蓝色篮网原主帅阿特金森就曾经就想铁腕自军，结果下个赛季被赶出队去勇士当助教。宇哥如果去篮网当教练，估计也是这个命运呢。啊，就是阿特金森呢，阿特金森这个事儿确实是坎杜兰特，怎么讲呢，你不能说他遇人不淑，你只能说呀这个人毫无分辨能力，没有识人之才，就是说真正的主帅或者说真正的什么呀，就是独挡一方的方面军司令呢，你得有识人之才的，没有识人之才你不成光杆司令吗？你根本就没有这种识别人才能力，杜兰特就没有。阿特金森其实呢挺善于发掘队内的潜力的，但凡有点可用之人可用之兵，他就能打出你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阿特金森挺强，很遗憾嘛，叫个菜鸟主帅管控的是一支这个巨星云集的球队，这不纯属扯吗？当时不知道为啥非得用这史蒂夫纳斯。
杜兰特可能说也是什么呢，用了自己一个亲子近派提线木偶，他怕阿特金森有自己想法，如果是阿特金森执教，很有可能像之前重用丁威迪那版用哈登了，那他就没位置了，他可能说怕这个。绝密伏击，宇哥，未来詹库杜哈退役，谁会撑起联盟？联盟目前哪四个最像这四个人呢？詹姆斯你要是最像肯定是字母哥，库里呢这块最像的当下联盟小年轻一代，那你要说特雷杨，我感觉呢远远低于库里。这个就属于啥，字母哥跟詹姆斯确实是非常接近的，他俩这个比赛能力啊确实非常接近，库里暂时没有看到有明确的接班人，库里啊暂时没有。你要说谁，塔图姆我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塔图姆属于是持球三分远射，在联赛当中小年轻一代的鹤立鸡群，没有比他更强的。你要说非得接班呢，就塔图姆我感觉有一定的希望。杜兰特呀，杜兰特单打立棍型的嘛，这种选手的话年轻一代那就莫兰特呀，有可能，但莫兰特气质跟他还不像，莫兰特他俩都属于单打型的，自团队呢多少有点不管不顾，这个那就两个兰特吧放到一块儿。哈登啊，哈登跟谁像？哈登跟这个东契奇他俩挺像，东契奇确实像哈登，他东契奇不像詹姆斯，像哈登，谁会撑起联盟啊？暂时目前就是字母哥肯定是目前基本上已经撑起半边天了，字母哥当下已经撑起半边天了，未来那就是塔图姆有可能。我是真的想这个宇哥请合理分析一下杨婉冰这个名字，谢谢。杨婉冰啊，婉呢属于是这个温婉幽婉这种感觉，属于什么呀，这个人他性格非常柔和，如同这个水润之玉这种感觉。杨婉呢，冰呢又体现出啊，就他，卓尔不群，或者说什么呢，出淤泥而不染呢，这个本身没有那么世俗气息这种感觉。有说呢，这个人啊，他这个，各方面形象啊挺标致的，而且呢有点清新脱俗之感，我感觉可以这个人。吃夜宵的讲啊，这个宇哥，国内外有声音说让绿军拿杰伦布朗换杜兰特，你如何评价？另外凯尔特人下赛季应该如何补强？下赛季绿军总冠军有希望吗？总冠军当然有点希望，因为年轻球队他永远都有希望，尤其他目前在薪资结构这么理想。勇士队如果说遭遇一定的伤病的话，那打凯尔特人肯定是也是非常吃力。凯尔特人那就是静待天时，再结合呢适当补强，没有必要大动干戈。至于说这个让拿杰伦布朗换杜兰特，这纯属扯淡。这就是很多这个有这种说法的人呢，基本上能够一眼看透杜兰特的很多这个支持者，才会有这种说法，给杜兰特脸上说实话贴紧了，你还想换杰伦布朗？而且呢，你看没看到这种这个？模拟的说这个绿军应该怎么换杜兰特，杰伦布朗加斯马特加三个首轮，你把杰伦布朗当什么呀，当垃圾了。他不是说这个收破烂来也能把这个往小车里划了这种人，不这样的，这那怎么能加这么多筹码的就换个老迈杜兰特，这纯属扯淡，这给杜兰特脸上贴金，不可能。十方太友这个请问宇哥，为何杜兰特听一个爱喝可乐的大方脑袋的话，是因为死神也爱喝可乐的大方脑袋吗？杜兰特他不是死神，他镰刀，镰刀的话对于可乐可能说呢也属于什么呀，这个不断的淬炼，你比如说镰刀呢一旦说上锈呢，可乐一旦说进行一番洗礼，碳酸长期浇灌的话，有可能把这个锈迹就给这个抹去了，因此对于镰刀来讲也是一种启发，也是一种帮助吧。如果说听我的早就得到指点迷津了。八神呢，这个总感觉格林傻，格林公式是当着杜的面说的，背后或者面对媒体格林都不会这样说，格林是对杜的打法诟病，没有否定他的能力和贡献呢。打法确实有诟病，包括之前那会儿他为什么讲这话呢，就是说他当时有点太自我了，已经完全脱离团队既定的战术方针了，因此他才讲你来之前我们就是冠军了，所以呢你得按照我们这种体系思路来，能夺冠是这个意思。他可没有说啊，你在这个一六到一七赛季你夺过了冠了，没有你我们也能夺冠，格里可没有这么讲，因为那是既定事实，杜兰特是冠军团队当中的一份子，他不可能把他剥离掉的，你这么剥离掉太伤重了，这么个剥法呀，这是很正常的。你一般来讲球员呢他对外表态他最好的一种表态方式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是球员，我是更衣室领袖，
人家居然说问我啊，你感觉今年如果勇士队没有齐奥萨的话，球队能不能争冠呢？我一定对外讲，没有齐奥萨，我们绝对不可能争冠。为什么呢？齐奥萨是我们争冠团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他现在走了，我们祝福他。但当年他为勇士队效力，他起到的贡献功不可没，我们永远铭记。没有他，我们夺不了冠，这是最好听的话。齐奥萨当时一听，恨不得哭一包，痛哭流涕。格林真是领袖，当年我没看错人，你没有讲啊，没有我，我们也许也能夺冠。你没有讲这话，哪怕我这么微不足道的人，你这么看重我，当时所有媒体也是竖大拇哥。格林确实好样的，对不对？这是真正的发言，像你讲的，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也可能夺冠，又是这那稳定夺冠，哪有这么讲话的？这讲话明显是不对的，这么讲是一点毛病没有，像格林，对不对？我讲的没有一个圈，我们夺不了冠，很正确的说法。你还挑理呢？这样，这话非常好听。就是齐奥萨一听，那接下来呢，笑全马，叫放古代呀、啊。当时就是跪地，这个主公在上，我愿为主公执鞭坠镫，效全马之劳。有可能就是在古代就来这套了，古代呀、啊。这个浅层沙漏啊，这个四年前开始默默关注，一路见证，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福啊。这个小点风浪，今后灿烂明天，这是小事儿，这是小事儿。感谢啊，神神乐乐，这个宇哥怎么看小佩顿2800万签约开拓者，而勇士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操作？另外，宇哥晚上还吃雕花吗？对，确实，我还真是继续吃雕花，就吃一个腰花，再加一碗米饭，就吃这个。所以说这个小佩顿2800万签约开拓者呀，他是几年签约的？我具体这个信息也没看着，那有可能是直接签四年的，4728，一年均薪700万，我感觉值得。小佩顿，因为他打开拓者，你包括限制什么这那的后场明星，效果确实非常好。而且小佩顿今年打出这个身价了，场上完全成为了节奏的转换器了。因此你要说他呀远走高飞，没有办法，祝福吧，这确实打出身价行情了，那你就得送走啊。穆斯离开吧，而且他离开对勇士来讲也不见得完全无法接受。还是那句话，没有小佩顿，勇士队他不影响真正说争夺冠军，一样能够争夺。其他的库明加、穆迪锻炼新人，新老交替吧，没有办法。嘟嘟嘟嘟，靖宇，如果1.5再次回到纽约主场，主场球迷是否会像当年鹅城球迷一样高呼 Cake 呀？这个，请你给纽约球迷指点。点灵感呢，就是1.5再次回到纽约主场，那就完了。这回到纽约主场，你是叛徒，属于什么？之前不是纸杯蛋糕吗？这属于啥呀？这次就属于啥？纸杯蛋糕啊，这次就是算啥呢？没有纸杯的蛋糕，就你更软了。有纸杯多少还啥呢？你还能说你保持一个挺硬的，就有点纸杯啊。没有纸杯的蛋糕。就属于可以这么讲，最后一层这个纸杯呢也给扒拉掉了，就是纯是蛋糕了。现在各位就不要提问了，我这个把这个剩余的给讲一讲。YOUNG 1937，宇哥，请问勇士明年想要再夺冠，目前休赛期应该如何操作？自由市场有哪位球员适合补强啊？明年想要再夺冠的，目前休赛期应该如何操作呀？休赛期就尽可能保持原班人马，如果实在保持不住，没有办法抓大放小，凯文·鲁尼那是尽可能不要放的，这属于是重点球员。手套贝顿呢，可以适当放走，没有办法，那你不可能说人都留啊，你得有一个先后次序啊。佩顿其实呢，他因为他打的本身就是后场，现在勇士队后场啊，其实已经是兵强马壮了，非常多的人能打后场，包括摩西穆迪在内，未来也得需要培养乔丹普尔、汤姆森库里，这都是已经多少人了。考虑到佩顿摇摆能力有限，所以最好是尽可能要留住波特，别利查可以放走，留波特、留鲁尼，这是重点。其他的可能说队内挖潜了，这么整行。有限的理性，宇哥回顾往，如果1.5当年选择马刺跟卡的，之前讲了这个。宇说鲸鱼啊，这个阿杜寻求交易，如果加盟太阳，是否和保罗建立59.5的组合，差0.5分到60，请宇哥点评啊。
这五十九点五，那说明他俩都是老将啊，而且他俩关键时刻都不好使呀。就是整体表现，越是到了危难之际，越是这个掉链子。有时候差一步能干上去，他俩往往呢，因为自己的错误操作或者说私心膨胀都干不上去。五十九点五这个组合，我感觉也是挺恰当的。那个克里斯保罗就是嘛，关键时刻他老是失误。其实他别说控卫之神，名义上控卫之神，关键时刻竟老失误掉链子，要对得分低。杜兰特就是踩线。凯文杜兰特，若下赛季总决赛抢七，杜兰特立棍单打库里，绝杀赢得冠军。你作为解说一段话，祝贺杜兰特，就是那个希望杜兰特啊，他这个梦啊永远不要醒，这个在梦中啊什么都能够拥有。祝福杜兰特这一觉呢，一直把这个冠军游行啊都给做完，一直做到自己这个整个人生啊接近终结，或者说起码是在 NBA 宣告退役，然后再梦醒。就是春秋大梦，黄粱一梦，享受不一样的人生。BLIJJARD 啊，这个京俊豪能点评一下林尚凯这个名字是否有巨星相超级范儿？林尚凯啊，可以。首先一点上呢，就是不甘居人下，也就是说自己呢有志气，就是未来独当一面。真说面对困境呢，你也不会说甘于给其他人做小。上而凯呢，有凯旋之意，对不对？有这样一种这个高奏凯歌之意，雄赳赳，气昂昂，而且胜不骄，败不馁。最终呢，在频繁的努力，这屡战屡败，但是屡败屡战的连番冲击之下，能收获这个胜利果实，可以。联盟副常务啊，这个宇哥，老四现在是否已是废人，根本不知道很多，他是否认定？自己的实力不去分区第一的话，没什么机会重回总决赛呀。他感觉确实呀，因为之前他就自己的经验判断，我只有加盟潜在的总决赛级别球队，我才有可能争夺冠军呢。就是他走的这条路径，给他的自我心理暗示就是，我不去这种球队，我不行。当年詹姆斯留下的心理暗示是什么？我不组三巨头，我费劲，对不对？这是詹姆斯留下的心理暗示。杜兰特的心理暗示是，我不光得巨头多，我还得去原本实力强的球队。这是他呀。装逼者的忏悔，宇哥想给新车取个名字啊，目前想到两个名字，飓风音速和旋风冲锋，哪个更好啊？你别起四个字儿的，四个字儿听起来有点中二风，你直接就两个字就可以。我感觉你这里边叫哪个？叫这个叫什么呀？叫这个叫飓风吧，飓风挺好。对不对？飓风强调这个澎湃的动力，这个小车飓风挺好，飓风或者说乘风而上，借力而行这种感觉，就是你只要一开车呢，引来飓风，对不对？从后边推你一把，还省油，飓风挺好。我是詹姆斯 HJ， 感谢啊，就我是詹姆斯。这个红河红长江啊，宇哥，我在伦敦待了3年，患上了抑郁症，想要回老家待几个月，而不是抓紧找工作赚钱。望宇哥很懂啊，你这都有抑郁症了，你这会儿你咋抓紧找工作赚钱呢？你继续找工作，只能说让你在工作过程当中呢，添下来不理想的这么一笔履历了。因为毕竟人他就这样，你得先调整心态，先让自己身心健康，然后全力以赴，要不然的话你工作也干不好。所以你要是身体有恙的话，先以身体为重。这东西也确实从长远谋划，它是更具战略意义的。JIM 11120啊，这个敬语，我是你5年老粉了。如果这2年你没有大红大紫，你还会坚持每天更新自媒体吗？你的坚持一直激励着我。首先一点，我有爱好啊，我有爱好。再者一点，之前再找那会儿讲体育，我讲出来表达欲望了。所以你哪怕是不挣钱，我得讲啊，我心里我才得劲儿啊。我看到联盟目前他这个形势，谁夺了冠了，谁本身不咋地啊，我得讲出来啊，不讲不得劲儿啊。所以你归根结底你得有兴趣，你没兴趣肯定不行，没兴趣是负担，你要有兴趣就是喜欢了，那不一样。所以看你本身有没有兴趣。水波罗哈，这个宇哥，如库里吃了橡胶果实，他能否成为历史第一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呀？吃了橡胶果实呀，能不能成为联盟第一人？那有可能，因为这个二档，对不对？这玩意儿挺好。库里就是防守，那就是蝉联 DPOY， 拿10个都有可能。二档啊，速度奇快无比，而且抗性也强啊。这个路飞他是，其实他对抗能力非常出色的，以小博大他都能做到，那就是连续10个 DPOY。并且呢，这个突破呀，结合三分呢，无解了嘛，那就无解了。
迷恋叶球球，杜兰特要是绿衫军，要是未来夺冠会怎么样？会让软特风评变好？不可能，刚刚被击败，再度被击败，那你去了之后你也不是老大，你拿 FMP 又能一龙咋的？而且塔图姆那肯定不拿正眼看你，事实就这样，牺牲了杰伦穆朗啊！如果杰伦穆朗在队，你就是个老三，老三冠军那没什么含金量了，老三冠军那相当一般了。YHUYA 啊，这个宇哥能否大声朗读？杜兰特不相信长夜将至，因为他要去太阳和热火，那里不需要火把。这个确实挺有道理，不相信长夜将至，为啥不相信呢？其他球队有大哥，我不善于举火把，但是火把在其他人手里，我可以借助对方形成了这样一种光芒呢，能够将自己庇护，那就可以嘛，杜兰特呀。穆利啊，宇哥，你个人觉得历史上最具统治力的前五球员是哪前五？他们五个加上五年后的东契奇，能否与两个泰森一战呢？最具统治力的前五球员呢？各自时代的话呢，迈克尔乔丹肯定是其中之一。然后呢，早期的这个比尔拉塞尔，再包括之后的谁呀？之后的我感觉拉里伯德谈不到多强统治力，三冠军而已，对不对？谈不到多强统治力。魔术约翰逊呢？他因为这团队啊，他比较膨胀，这个我感觉多少也差点。天狗贾巴尔啊，跟魔术延续，但魔术师说实话统治力是明显强于拉罗德。魔术师吧，相当于八十年代最具统治力的乔丹、魔术师，还有比尔拉塞尔，再包括呢就是詹姆斯，再往后就库里，就这五个，他们五个是最具统治力的。加上东契奇啊，加上五年后的东契奇，能否与两个泰森一战呢？俩泰森一战。那打不过东契奇太笨拙了，就上去一拳他可能来不及躲闪，其他人都有挺高的躲闪，东契奇没有躲闪，上去泰森一个箭步先解决东契奇，另外一个泰森呢那没有办法，先打这个斯蒂芬库里了，因为库里看起来不是小嘛，但是库里可能说凭借灵动的步伐躲了泰森空耗体能没抓着，届时泰森可能说矛头一转呢，攻击向谁？攻击向魔术延续，大个儿对不对？你也挺笨拙，上去照膝盖一拳，魔术痛苦哀嚎，倒地不起。接下来眼看着旁边这个迈克尔乔丹和这个勒布朗詹姆斯赶紧背靠背，选择这个俩人合力应战。在这个早些年间，比尔拉塞尔呢，他也是个大个儿，挺能跳。这会儿拉塞尔也可以发挥自己专业特长，曾经是跳高选手。跳过来想要来一个飞脚，但是这个那能踹着吗？你原地你这站稳了你打不着，跳起来想要来一个飞脚，结果这个泰森呢稍微一锁梗长头往上，这个再一举拳直接正中了比尔拉塞尔他的当下命门，这一下呢比尔拉塞尔也就地哭嚎不止，就是根本没有战斗力了，因此就俩泰森对上这个乔丹和詹姆斯了，这么再一打呀，那就是还咋打呢？我感觉那就打不了了，因为毕竟你那俩不是专业的格斗家呀。那泰森那就是俩泰森旁边啊，放松开来了。而这个乔丹詹姆斯呢，战战兢兢，当时就感觉如临大敌，如同深陷的两头猛虎的围追堵截。他俩后来可能说已经没有战斗欲望了，那没有战斗欲望，勉强打也是白给。我想吃铁锅，每队曾在电梯中单挑数名特工，那么二十五个巅峰泰森赤手空拳能打赢手持盾牌的美队吗？那打不过，美队他属于是变种，他属于啥异形人，你这种人的话弄不过他，那个盾牌挺锋利，那一滑的话就是一道口子，泰森不行，而且美队个儿大，他属于是变异人，这个人不行，他要是连二十五个泰森都打不过，你配打这个复仇者联盟当中对抗外星人？你配打这个高级别战争吗？那就不配打了。冬木半月，这个宇哥你好，如果把杜兰特比作《植物大战僵尸》这款游戏中的一款植物，比作哪种植物比较恰当啊？植物，它就像什么呢？植物的话，植物就属于是这个，植物它属于哪种啊？它属于那个三连法吧，就那种三连法，就这个啪啪啪连续三连法，那个吐豌豆那个豌豆机枪三连法，这个东西到后期没用了，后期啊，就前期那块也有点鸡肋，因为这玩意挺贵，你整个三连法那挺占地方，后期其实就主要是靠冰吸管那类东西，但它不具备这种范围伤害，它只能是一打一。
自己好像说输出挺猛，其实可有可无，到最后阶段把它扣掉其实也行。他这种啊，如果说你像大量种的都是这个三连发机枪射手，不行，打不了后期。其实5587 L 友，请问宇哥，杜兰特有没有可能与胡子球手费城重聚？不可能。宇说体育徐啊，这个宇哥佩顿出手开拓者会不会像麦考一样泯然众人呢？并分析勇士为什么总能化腐朽为神奇，有可能这个泯然众人了，因为这个传切体系呢，它极具优势。再者一点呢，利拉德就现在这个竞技状态，你说他拿啥跟这个库里拼呢？库里能够创造的优势机会，利拉德未必能够创造。而且这个佩顿呢，三分球没有那么精准，空间如果说不够的话，没法做到扩有眼力的话。而且开拓者又不是传切体系，我感觉费劲。而且他一个人防守捂不住那 一堆防守漏洞啊，捂不住啊。利拉德现在还是个漏勺呢，你说你咋打？东海岸第一，宇哥，杜兰特选择东部第一的球队作为潜在下家，是否想走捷径？这两支球队能否进入夺冠梯队啊？如果去呢，你看你付出多少，你付出的非常小的话，我感觉这俩那肯定进入夺冠梯队，无论太阳还是热火立即进入夺冠梯队，这没有问题。但你的付出小，你要是狮子大开口，按照很多人讲你付出那么多，那就白给了，看你付出多少吧。你付出合理那就没有问题，付出合理，你毕竟那是杜兰特，他是单打火力还是有的，你老二老三起码第一年拥有一定的争冠可能，但是我感觉你要付出年轻新人的话，那这个代价太大了，那恐怕就得不偿失了。燕比书生旅啊，这个库里点赞格林，是否是库里本人也要被开除粉籍啊？库里本身那人也没说啥呀，那人家库里可能说那么不理性嘛，格林就是正常发表一些这个官方讲法，这有啥这个过错呢？这什么叫背刺？我要不能说这种解读本身就是很愚蠢的瞎解读，人家本身不是这意思，你非得说人家是这意思，这叫啥呀？有前提你都忘了，就非得截出来一段，就非得截出来一段对库里好像说不利的话，而且又是断章取义。十分宇喝呀，这个阿宇，我头像这个我哥们儿像不像降雨？我看不着头像，那可能说挺像，应该是挺像，我猜挺像。IDK 这与支持宇哥，问一下小佩顿去开拓者对勇士有多少影响？影响不大，因为勇士队不可能全班人马都留下的，那你多少牺牲几个？我感觉佩顿算是。能牺牲掉的球员里，能放弃的球员里排序不高的，他呀，波斯卡诺安德森、齐奥萨呀，他的位置顶多稍强于别利查，但是比什么佩顿之类，比普尔明显低呀。库明加、穆迪也不能放，因为这属于小年轻、青年才俊，你不能放。那你这放到谁呢？首发五个你不能放，板凳席上库明加、穆迪、普尔、波特都在这个佩顿之前，他属于是队内第十号人物了。所以放掉他，我认为没有啥太大问题。24小时立棍，宇哥评价一下刀塔二的选手肖瑟，他搭配的队友都很强，却始终没有成绩，是否可以被称为刀塔界 1.5？ 那你看你投没投底下，看你是不是说这个 MVP 选手旁边，他搭配队友都很强啊，有没有比他强的，对不对？他是不是说一直都在一个战队？那分情况了。我是詹姆斯，这宇哥，我是詹皇球迷，为什么除了虎扑之外，很多人都要骂我呢？我每天都想哭，宇哥能不能安慰我一下？你这夸张了，这个每天都想哭，你这有点太夸张。詹姆斯实力搁这摆，你为啥每天都想哭呢？你谈不到啊，詹姆斯现在就是进入职业生涯末期了，那你没必要那么每天都想哭啊，你就不当回事就完了呗。山尼戴啊，这个宇哥，太阳布克肯定是老大，后面保罗却常以老大自居，再来杜兰特总想证明自己老大身份夺冠，是否会有宫斗剧啊？我感觉他俩目前应该到了这个知天命的年纪了，尤其在篮球这个领域，他俩年纪都挺大了，你这已经是折腾成啥样了？你说你俩都其实都有两下的，问题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整这个乱七八糟事儿呢？能不能说好好打一打比赛呢？天天就跟那整的，就整这些这个内部的闹剧，包括这篮网时期，非得这个排挤这个詹姆斯哈登，非得讲那些乱七八糟的话，何必呢？所以这我感觉他俩到了十天命的这个阶段了，如果继续还是这个按照以往那种形式风格呀，给团队拖后腿的话，那只能说这人不能要了。他俩到现在都没有认清问题出在哪儿啊，那你还能不能说有点清醒感呢？已经年龄到这个地步还认知不到问题的根本所在，那就差了。
希望他俩能够这个认清楚。D.O.G 老师啊，这个宇哥如果软特加入太阳，他将位列球队第一。保罗布克以互相不服，软特加入是否能渔翁得利？不可能。他去了那就一致对外了。你怎么的？你外来户，你之前屡犯投敌，你现在还想在我们之上？别说你了，别说这个保罗和布克了，布里其实如果没被交易，我是队内三号人物，我是防守端攻守一体的尖兵，你算老几？你来了给我这个打下手，对不对？你别看你是顶薪，我是青年才俊，谁怕他？开飞机托尼啊，曹操当初被火烧赤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孙权刘备又是谁呀？被火烧赤壁的原因就是败了呗，就是大败魁蜀呗。那因为这个整个天时不对，你按你这说法，曹操是詹姆斯，那火烧赤壁，那天时不对。周瑜啊，或者说周瑜就是谁呢？周瑜就是这个诺维斯基了。其实正史之上打赤壁之战，主要是周瑜在前方堵战，他是第一功勋这个将军。那就诺维斯基有可能是，孙权是马克库班有可能，周瑜是诺维斯基，孙权确实也信赖诺维斯基啊，孙权呐、啊，外事不决问周瑜嘛，问诺维斯基啊，所以他那就可能是诺维斯基。那会儿刘备最多相当于啥？什么叫孙刘联军？其实他俩那会儿刘备没多少势力，主要是孙权这一方。当时这个刘备啊，那顶多相当于是。喷气机杰森特里，顶多相当于杰森特里，就这个差别。Billy 1179啊，这个同事说库张库智杜四大天王，库里今年一个没打，夺冠含金量不足以六年的，我该如何反驳？是否像他们所说的侥幸而已？什么叫侥幸？争夺冠军，你有能力你上去，你没上，你说人家侥幸啊？有没有你？对不对？杜兰特打没打季后赛？那詹姆斯今年是没打季后赛，那你也不能你不说赖库里啊，我让你没打进季后赛的，常规赛期间我得让你两场啊，哪有这个道理呢？你没打进季后赛就得赖自己，再有一点你得赖浓眉。另外你像这个字母哥呢，你是自己败的，对不对？你说你有伤那太正常了，那有伤情况下，那当年库里旁边也有阵容有伤，杜兰特也伤，我也打进总决赛，你都没进总决赛，你讲究啥呢？人义无双啊，这个如何评价 1.5 离队和欧文表面兄弟导致自己联盟无兄弟的局面呢？ 1.5 离队和欧文表面兄弟啊，自己无兄弟的局面呢，那就是欧文确实跟他表面兄弟，据说他俩互相间其实都没有联络的，欧文呢就自从他这个跟这个詹姆斯又互相之间传出绯闻，想要再度红杏出墙，那这个杜兰特也是挺尴尬当时，所以他俩也是表面兄弟，我感觉果子在休闲，宇哥，我有个大胆想法，把名字改成宇说果儿和这个青猴，头像换成你，请问是否有根？最后想说爱你爱你啊，感谢你的喜爱啊。至于说这个果子在休闲呢，你这个头像换成我是否有根啊？那也可以，看你个人的喜好。你俩据说这个好像说都挺喜欢听体育，共同爱好成为了俩人之间紧密的一个这个连接的要素了。俩人呢有这个生活当中啊共同的休闲方式，我感觉这个能够促进你俩未来形成更加紧密的情侣关系。希望你俩能够未来啊越过越好。EDWLD 这宇哥如何看待于老师的合同，以及是否他也算雕像级现役了？雕像级啊。考虑到这个掘金队呢历史上大腕不多，那约奇够不够去雕像级？我认为俩 MVP 已经绝对够了，因为俩 MVP 不是人都能做，那卡尔马龙俩 MVP 人就有雕像，因此约奇如果说在掘金队效力八年以上，我认为啊就是基本够，就是雕像级差不多了，因为俩 MVP 了， MVP 非同凡响的。 MMAHHA 宇哥你好，今天是我好朋友周易瑞的生日，他是詹姆斯球迷，请宇哥判断是否有根并祝福的生日快乐。谁的球迷都有根啊，对不对？你哪怕你的杜兰特球迷都一样啊，那就支持喜欢嘛，这个球星啊他打法啊，祝福的生日快乐啊，周易瑞啊。易瑞就属于啥呢，这个也属于是挺传统的一个名字，姓周往往啊如果取商字的名字中间加一个易字，属于啥啊，强调就这样一种这个周易的思维，这种古老的这种先贤他们凝练而出的对于世界观这样一种认知的一种途径，所以挺好。周易瑞呢就属于说聪慧，对不对？有足够的理解能力，所以对他期待呢就今后啊是能够成长越来越聪明，办事呢能够有解决问题很强的能力，这种周易瑞啊，祝福他生日快乐。STAY 可爱啊，这个我是篮网队的中国球迷代表，蔡老板让我向宇哥咨询，把杜兰特交易到凯尔特人可行吗？
那看卡尔顿出谁呀？要出斯马特，再加这个，斯马特，再加怀特，或者说霍福德的话，谨慎，因为斯马特你要是仅仅换这点玩意儿的不太够，最好能换到一些什么急于崛起的球队，阵容当中年轻新星扎堆的球队，可以换到这种。他们可能说呢，也愿意暂时出点成绩了，而且有那么多新人没法培养，有点类似于找新人节。为什么换这个德安吉洛·拉塞尔呢？因为拉塞尔当时风评不佳，就是湖人队不愿意培养了，他给弄来了，就是便宜价码换回来接，因为他手里没有选秀权，因此换杜兰特换走，你可以换回来3到4个首轮，目前在联盟当中这个效力年限在3年以下的，换这么3到4个可以换一批新人。陆羽8.6啊，这个羽哥胖虎5年2.31亿续约鹈鹕，你怎么看值不值得呀？是不是有赌的嫌疑啊？没有办法，你们平白无故放走的话，你说鹈鹕队也亏呀。这会儿只能赌一把，而且胖虎看来呢，还是有这种这个，他能签这么高吗？他才几年工龄啊？不可能，他目前他这啥荣誉没有，他现在签合同也是25%，他怎么能签5年2.31亿？这不可能，你这是假新闻。他最多现在能签多大呢？他的起薪是3500万，他现在呀，哎不对，正常现在工资帽是1.2亿，25%那是在多少呢？差不多是这个3000万，起薪3000万，他签5年也最多能签个1600-1700，他签不了2年2.31亿，他缺了你多少场都不够，胖虎签不了这么大。芝加哥没有这个皮蓬是否跻身小前历史人物？有人说詹姆斯单挑不过皮蓬啊，那怎么可能呢？皮蓬是队内2号人物，当然他单独带过队。入选过联盟一阵，而且呢，他又这个带队打进过分区决赛，也不简单。皮蓬啊，所以皮蓬你不能完全拿他衡量为一个这个二号人物，他也这个单独领过军，而且不是说领军带队我就打不进季后赛，没有，皮蓬还行。所以这皮蓬啊，历史前五小前锋啊，前五的话，詹姆斯，然后这个伯德，再结合这个小前锋啊，詹姆斯、伯德，另外你像这个谁呢？这个。差不多，皮蓬我感觉资历各方面绝对够，冠军别看说二号人物也还行，他够差不多前五。小年轻在 JJ 啊，这个宇哥如何看待詹娜与布克分手后又已经复合，是否有内幕啊？分手那就是分分合合嘛，小情侣都这样。你最终走向婚姻殿堂之前呢，一定不可能说完全一帆风顺，多少都闹点小矛盾。他俩我感觉，闹点小矛盾，就是分隔了差不多2、3周，但转而呢，还是又是重新归于对方怀抱。那这种关系，我感觉归于对方怀抱。那这种关系，我这个评价一下威少、哈登、保罗在联盟中流浪汉当中的历史地位，都是一个大合同颠沛流离、数支球队，还有其他人可以提名啊。流浪汉呢？威少真正流浪汉，哈登基本上各支球队还说还是比较这个愿意抢料的，就拿点合同的话，人家愿意给续约。威少差点，威少更流浪，哈登是主动流浪。当时那会儿威少没有办法，雷霆其实愿意这个动威少了，威少其实也是被动的，在一定程度上。热心市民四七爷，宇哥你好，我开学大三，以前2年混过来的，现在打算英语考研，还来得及吗？请宇哥建议啊，完全来得及啊，你只要拿出高三时期那样一种学习的动力的话，你绝对来得及的，不就英语嘛，对不对？你是不喷，绝对来得及，2年时间绝对够了，看你拿多大精力，你2年时间啥都够了，你高考你都2年占多大比例呢？够了。NANASE 这个宇哥，如果杜兰特与布克互换，保罗搭配杜兰特，太阳队能实现多高？没有上限了，那就没有上限。他俩都是要冠的，保罗他不是真正支撑这支球队底线球员，还是多恩布克。没有布克，那啥别谈了，没有布克，用布克换，布克换完就啥没了。花心痒痒，杜兰特要去奇人，哈登怎么想？欧文神仙要去湖人，威少怎么想？老詹怎么想？威少跟他想不想没啥关系，现在欧文他已经签完约了，湖人换不了，事实就是换不了。你换呢，这个你得搭这个，起码是得是2个首轮，要不然人家不愿意吃威少，因为威少现在是确实没价值。欧文多少要1年合同，尤其是，他合同年，再者一点，他就风险不大，因为对于欧文来讲，他就是一年嘛。你打得好坏的话，实在不行我腾出新鲜空间，来年再签人呗，费劲。杜兰特去奇人也去不了，去不了。成不了型。青山磊落金呢？我们知外星其实早有攻打地球计划，攻打信号是杜兰特以及老大神文夺冠，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那就真相当于没有计划，相当于没有计划，计划落空了，说明外星人原本的，
内部他也没有达成一致，可能说外星这个酋长呢，他感觉应该打，但是内部其实宰相啊、大臣极力反对劝解，然后就给他提一个计划，就是如果杜兰特能以老大身份夺冠的话，我们再打，相当于没有计划，相当于啊。小小小飞舞啊，这个宇哥麻辣拌和麻辣烫谁的历史地位高？详细评价呀、啊。麻辣拌高，麻辣烫我感觉没啥意思，烫嘴，对不对？没啥可吃头。麻辣烫啊，还是麻辣拌。麻辣拌多好，它味道这个浓厚，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蒸饺比水饺要强。水饺它这水了光叽的，这尝起来味道不十足了。蒸饺呢，味道比较浓郁，所以一般来讲吃蒸饺比较多。现在主流都蒸饺，很少有吃水饺的。沙月这个给宇哥留言，自取一个，结果被某些极端粉丝私信辱骂，希望这些人能理智啊，那就希望他们能理智吧。EDWARD 这个宇哥约老师可能无冠雕像，非常有可能，马龙就是无冠雕像，不考年一部啊，不考年一部。这个宇哥作为学生，只能小小支持一下，不管从哪一队粉丝，其实看球图一乐，希望宇哥也开心讲球，感谢啊，作为学生，那学生那你就谨慎吧，你自己要勤工俭学可以啊。勤工俭学，雨说万物徐啊，这个雨哥是不是再也看不到出入 B 站时的你了？曾经你一日四更，现在说有一半不够看呢。现在休赛期嘛，你这东西就是啥呢？尽可能这个不要说这个，就是大量的这么整，这就是优中选优呗，仅仅挑一挑。其实现在也是啥呢？外其他地方啊，传我视频传的太多了，所以就导致你我要是上传很多视频，它有的都是重复了，其他人的很多都上传，因此我就上传少了。上师主啊，这个宇哥、阿德和傻芬、米尔斯会不会后悔来篮网啊？那肯定后悔啊！那这帮人，你说有一个不后悔？其实生涯到这个阶段都想争冠了，或者说都想进一步增添自己的荣誉部了，那肯定后悔，打的这几年多窝囊呢。BCHOKE 宇哥评价纽约市政啊，崔杨、波士顿市长这个欧文、俄城市长杜兰特，现在有望成为布鲁克林市长吗？布鲁克林市长啊，就是当地人都这个骂他呗。那肯定啊，布鲁克林差不多。那我感觉布鲁克林现在这呼声，当然是布鲁克林的当地的球迷。他因为呢，当地有两支球队，所以布鲁克林当地球迷本身对于主队的支持力度就有限，因此这骂声各方面还是不如雷霆。杜兰特现在很多时候去雷霆啊，不敢打球，有时候都是选择避而不战的。曼城时期，宇哥怎么看待鹈鹕要五年？不可能，签不了五年2.3亿，这搁哪来的谣言呢？你签这个合同的，他凭啥呢？他是十年老将还如何？没有这个资历签，那你这连基础那什么都不了解呀、啊？基础的规则都不了解呀、啊。另外，祝福小佩顿和娟儿啊，在新球队一切顺利。托斯卡诺安德森在湖人，我感觉也是个板凳边缘，他的正经比赛也仍然打不了太多，也是个板凳边缘。罗素门徒啊，这个宇哥，我有个好哥们儿叫李广友，即将进电子厂工作，你能祝他早日辞职顺利吗？祝福这个李广友啊，他进电子厂工作，能祝他早日辞职顺利啊。那他可能说及时就说啥呢？进电子厂工作挣一段钱，可能说有外债啊，或者说及时有缺钱了，想干这么几个月，那就去干几个月挣点钱，一老本事嘛。我感觉还是挺有担当、挺有责任感的，没有说因为电子厂啊比较枯燥他就没去，还行。祝他早日辞职啊，早日攒够钱。比利8950，詹姆斯球鞋适合什么体型穿？库里的球鞋是不是更不容易崴脚啊？我平时常穿的就是库里八。应该是库里吧，库里九我也有，库里九但不好穿，因为库里九它这个脚后跟比较磨，我穿库里九这脚后跟磨破好几回了，当然可能说各自脚型不一样，库里八非常得劲儿，但是库里八现在我这个想买呀，四处没有打折的，这个挺邪门的，库里八那可能说是经典战靴，它不打折，就各地不打折，当时一问呢，我说都库里九出了，库里八不打折啊，不打折。这个尤佐木啊，这个宇哥2016年杜兰特加盟勇士，现在看来赢家是否只有勇士？不单单打破了当时平衡，而且还没有获得第一人的地位啊。2016杜兰特加盟勇士，看来是否只有勇士或赢家只有勇士？赢家确实只有勇士，其他人都这个亏了，
联盟当中其他球队基本上没有信心再争夺了。勒布朗詹姆斯呢，你争冠基本没有希望了。那16年杜兰特一加盟啊，勇士肯定是大赢家呀。那库里包括铁三角，平白无故捡一个，对不对？上古神兵，那划拉开来，那联盟当中无人是对手。就勇士队得了便宜了。杜兰特呢，他也得点便宜，他历史地位这块得便宜，但是我感觉后劲儿啊，这个实在是拽的这个后续这个反噬作用啊，有可能反作用力大于作用力了，就是物理平衡都被打破了，反作用力太可怕了现在啊。所以杜兰特当年投敌悔不该投敌吧，他呀。我讲到哪儿？我看一下啊。这个维和基本屌如何评价佩顿？900多万薪水，卢尼波特是否会更高啊？勇士队能留下这些人啊？卢尼有可能是千万，卢尼。当然，卢尼据说他没有那么这个对于薪水啊，太苛刻的追求。因为卢尼其实放到市场之上呢，现在这个中锋五号位，如果说你本身呢技术风格比较单一，其实你挣不了太多钱。不是当年公主帽飞涨那个时代了，现在不一样了。那会儿就是公主帽飞涨，包括什么特里斯坦汤普森呢，什么这个比永博呀，这样的都是赚了大把薪水。但现在这个蓝领中锋啊，他可能就差点，尤其你这个数据又不是那么给力。因为你得看得分呢，你比如说卡佩拉，人家甭管咋的，在火箭时期已经得分都已经超过克里斯保罗了，那会儿他场均得分16-17分了，不低了。但卢尼没有这么高得分，所以卢尼现在有可能在市场行情就是1000万，他在勇士如果签个700-800万，可能说也愿意干。你有机会带奖金呢，你有冠军戒指，未来拍卖都值不少钱的，对不对？未来霍顿塔克有朝一日真有可能混到拍卖界了，有可能一语成谶了，因为他现在似乎说就挣这点合同了。来年再接下来，可能就差点。万一在场外再惹点什么事儿，对不对？这几年没混明白，四处碰壁。万一是手痒难耐，再被逮进去交巨额保释金，那就完了。这次霍顿塔克，当然希望霍顿塔克一切顺利啊。所以说，这佩顿他900多万薪水啊，他还是可以900多万，因为这个，开拓者他其实愿意补防守的，他对于进攻球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需求，愿意补防守的。所以他去呢也算是可以，就正好适合，希望他能混得好吧。参禅悟道者呀，这个宇哥好，我毕业即将远离家乡去外地工作，今晚与朋友们小聚，想到远离家人们朋友感觉非常的伤感不舍，请宇哥如何缓解这种情绪啊。啊，毕业即将远离家乡去外地工作呀，这个缓解这种悲伤情绪，你要了解这有时候是什么呢，你这种所谓的悲伤情绪啊，其实都是你啊即将迈上人生啊新的篇章、新的开始的这么一种注脚的。这种注脚越悲壮，越是显得你前进脚步的豪迈。所以人生啊，不就这事啊？人生豪迈啊！所以你不能说因为这样一种什么，离别时刻的这样一种伤感，而使得自己呢就是沉浸于这种伤感。越是伤感，你越了解，就你接下来迈出这一步啊。他的一种人生的伟大，对不对？你得勇于探索嘛。所以我感觉内心当中你应该感觉到一种喜悦，你感觉到自己的勇气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你就是拽住了，你得感觉自己还是有两下的。我起码没有说因为这个不敢呢，或者说因为这种这个伤感我就畏缩不前。你敢于探索可以啊。这个史蒂芬里啊，宇哥，波特与猛龙签了2年，勇士该如何填补他的空缺？那这个有点伤。目前阶段板凳席上一个佩顿一个波特，他俩是能攻能防，而且是重要轮换，他俩都没了。当下呀，勇士板凳席呢排名第一号的乔丹普尔，这个肯定是留队。第二号的波特他被交易，这个事儿他离队了，这事儿挺伤，怎么办呢？不太好办，因为勇士队现在他没有空间，伤一个那就是一个。走一个我就少一个，那就没有办法了，培养新人吧。如果波特走了呢，你签不来其他人，因为现在薪资已经膨胀无比了。再签呢，顶多用一些特例，争取看看有没有老将吧。愿意说这个牺牲薪水，
愿意这谋求一个争冠未来，看看有没有争取花点这两三百万的，或者说迷你中产之类的，争取弄一个。那主要是队内挖潜了，现在呀。啊，感谢这牧神啊，感谢这牧神，刚才没看着啊，非常感谢这牧神啊。不把我刚才的话看完，请解释一下为什么格林不可以说没有度会很难争冠呢？就一定得说没度必不能争冠，这是你眼中的完美发言，承认他发言不严谨。什么叫发言不严谨？你还要多严谨呢？造成口诛笔伐，造成啥口诛笔伐？这不是你理解的口诛笔伐吗？按你讲的，就是没有一个球员之后，我还得这个，我刚才不跟你说了，这是正确的话吗？你即便说哪怕是齐奥萨这个档次的，你也得正常讲，没有他我们夺不了冠，这是最好听的一种发言，就这么简单，这是最好听的发言，没有他夺不了冠。那杜兰特是顶薪，我凭啥平白无故扣掉一个顶薪呢？对不对啊？再者一点，你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你都能夺冠，对手成啥了？对手也是垃圾呗，那你赢了垃圾，你露脸呢？不就这么简单？而且你这叫什么？这个你都得已经是多这个钻牛角尖，你才会把这种事儿无限放大呀。你得有多钻牛角尖，你才会把格林这么一个场上打法差你可以讲，场下他兼职你可以讲，一直以来没讲过这斯顿库里的任何坏话的一点事儿，你瞅你放大这个样啊，你说你得有多钻牛角尖，你才能这么干呢？还是那句话，这是正常的团队当中的核心骨干的发言的，没什么不妥，正常骨干。我少了我之前冠军班底的一份子了，我说争不了冠咋的呀？这是错话呀，这不正常讲话吗？而且后来讲的不也是有前言后语的？格林当时讲话已经尽可能的把前言后果都给你交代非常清楚了，逻辑理的这很顺的，你非得抠啥呢？造成什么口诛笔伐？就你搁这口诛笔伐，你不搁这口诛笔伐，你看这个国外没有几个人真正在乎这个，库里本身也没在乎啊，没有形成什么这个真正滔天的舆论，根本没有，你非得在乎。果子在休闲呢，宇哥刚把你照片分享到朋友圈，大家以为你是我男友，感觉很帅气，很有才华，被你拿捏了。也有可能，因为这个人呢，他周围这个身边的朋友圈基本上他都属于有共同爱好的，要不然的话不可能互相之间成为这个亲密至交，那可能其他人都了解，对不对？所以呢，就是顺着讲着这么一句话，这个我感觉挺感谢吧，挺感谢你这朋友圈这帮人啊。中年魔鬼啊，这个平心而论，杜兰特在勇士最后一年的比赛没有现在好看，感觉球一到他手里就停住了。不光最后一年，其实他再早一七一八打的一般，一七一八、一八一九都出现问题了。第五季啊，这个宇哥说的对，库里也发推祝福安德森了，这才是领袖，不管他地位如何，都得把他当兄弟，就本来的嘛。你当安德森之类，那你当然，库里发推也一般来讲都这么讲，没有你我们夺不了冠。肯定这么讲的，那怎么的？安德森那怎么比库里还强呗？按你这讲话啊，对不对？没他夺不了冠呢，他比库里强呗？哪有这理解方法呢？而且本身你就不应该这么理解。你要说你是库里球迷，你本身就不应该这么理解。你这么理解来理解去有啥好处呢？而且还是那句话，事实，让格林这整个他这一辈子打这么些年篮球。都没讲过什么乱七八糟说库里的任何坏话，但凡有人真说这个攻击像库里，他往往都是第一个站出来的。结果你瞅你这样，这格林就有这么一丁点的叫你抠出来毛病。你瞅这个舆论反思，他打法场上打得不好，你说也就罢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不一直以来就是始终都在维护库里吗？这叫什么行为？这不是让人感觉可笑又可恨吗？巴神呢，当初科比球迷在科比退役后一部分成了杜兰特球迷，一部分成了库里球迷，后面因为杜实在太拉，大部分成了库里球迷，因为没别人粉了呀。这个事儿他倒是不一定，至于说科比球迷在科比退役之后一部分成了杜兰特球迷，一部分成了库里球迷啊，大部分成了库里球迷啊，这东西呢，生活当中据我了解呢，绝大部分球迷这个二极管现象非常少见，二极管现象不是说这个啊，一个人他这个支持科比，喜欢科比，他就接受不了詹姆斯，接受詹姆斯，他不见得他接受不了科比，尤其时间越长，他越是很少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都属于他有啥不能欣赏的，对不对？这都不奇怪，你包括当年麦迪那和这诺维斯基互相间还交手击败，后来不都和解了吗？有啥和解不了的？
拉里波德模式院讯呢，那怎么和解不了呢？HYOSCINE 这个宇哥你好，杜兰特、格林、霍顿塔克、伊戈达拉、保罗、马尔卡宁和库里组成的阵容，科尔担任主教练，可否能夺冠呢？杜兰特、格林、霍顿塔克、伊戈达拉、保罗呀，马尔卡宁和库里组成阵容啊，现在这套阵容啊，现在的话，塔克、伊戈达拉这都基本没什么用，保罗有点用，马尔卡宁是个软人，当然他跟格林组建内线呗。然后杜兰特打一个小前锋，再去配合库里，还有保罗，那差不多。保罗打一个替补实在不行，因为这个首发可能说他跟库里一块打也不是不行，那就克里斯保罗也可以打首发，但是格林可能就得打替补。格林就是跟保罗他俩一替换吧。IMDORIE 这个宇哥，周琦为了打国家队比赛放弃夏季联赛机会，是否可惜？中国队后打夏季联赛不适合周琦了。如果是双向合同，那也得是正八经打常规赛。你打什么夏季联赛？周琦现在打这个腕儿，我去跟你打夏季联赛啊！我那没有这么干的。现在就是说，周琦已经在欧美主流视角之内的一些联赛效力，而且打得非常不错了。你叫我打夏季联赛，你几个意思？我又不是当年初出茅庐，现在都已经26、27、25、26成熟期间了，没有打夏季联赛，没必要打夏季联赛。现在周琦。后天打澳大利亚赢啊，赢有一定可能性，调整调整有一定可能性。那现在锋线球员很多没来，张镇麟没来，对不对？他当然这是可以的，你追求这个自己未来的前途，没来完全可以。爱城华恋醉啊，这个宇哥如何评价隔壁某不中这个不带詹姆斯不会反，不太行，那就人家各自有各自的发视频理由，人各自有各自的观点看法，这东西你不能说要求什么，就人家都跟你一个这个态度一个思维，这本身就是兼容并包，这就是百家争鸣，这么一种格局，各自有各自观点。PJTJCJ 啊，这个宇哥，假如一个球员会沾一十八点，他能在 NBA 拿到顶薪吗？拿不到。那你所以说法沾一十八底就是碰瓷儿，你碰瓷儿是有极限的。那你一场比赛，你常规赛最多就是11、12个罚球，季后赛就是10个封顶了。你再多不了了，你那不行，靠这个你得有这个其他方面你得有能力的，你不能光靠犯规那不行。史蒂文里、宇哥、波特啊，之前讲了，填补他空缺就是再挖一挖这个底薪愿意来的。北纬47度啊，这个宇哥高中时期两女生都对你有好感，一是双马尾校花，大方开朗，平民家庭，爱唱卡拉 OK， 一是高冷傲娇黑长直钢琴家女儿，选择哪一个？副理由啊，这俩这个都行啊，投硬币都可以，看他俩哪个都有好感的，都有好感，我感觉呢，都有好感的话，还是这个选第一个吧。第一个比较好，为啥比较好呢？第一个，那你怎么讲呢？因为有时候他人就这样，你要维持一个稳定、团结的格局呀、啊，互相之间多少呢？你不能说完全被人家盖住，那你成啥了，对不对？你不就入赘了吗？那就差点，还是第一个吧。IRIDE 啊，这个格罗利亚是否可以算单核带队夺状元呢？你这想法就是他按你这说法就是母亲呗，对不对？他这个自己一个人支撑的家庭，后来就培养自己孩子，又夺得了状元了。你要从这个角度，那其实你不是不能这么理解，确实挺伟大。格罗利亚16岁，你这个年龄确实非常小。那你正常来讲16岁他就小孩，结果这能拉扯大一代天皇巨星，可见不简单。所以他确实，要不怎么说詹姆斯至今为止，他也是非常感激呢。对不对？他经常这个晒一些图片，哪怕说就这个格罗利亚之前整出来一系列事儿，詹姆斯至今为止没有二话，这挺感人。说实话，詹姆斯在这点挺感人。其实按理说就是格罗利亚这个事儿啊，当时詹姆斯非常难以处理的，很困难，自己这个脸上也不太好看。但你看后来詹姆斯，这点挺感人的，没有忘本，对不对？做人不能忘本呐，你要是这么忘本方式的话也差点。他起码，你要说这个詹姆斯因为之前这个事儿割裂了，那可能说做的更那啥了，反正还行。这个事儿我感觉做的还可以，他没有说这个指指点点的，对不对？科研民工小鹿，这个宇哥，我侄子今天4岁生日，他很喜欢迪迦，能否模仿全套迪拉
修母光流司法过程，并祝他生日快乐，祝福你这个小侄子四岁生日快乐吧。至于说能否模仿全套的这个迪迦奥特曼呢，首先一点我不了解奥特曼他的整个司法，我就知道有这个，对吧？还有这个我了解，还有这个好像有，最好不要完全模仿，因为这个他呢，他喜欢这个动漫呢，因为有时候就这样，喜欢动漫你很难接受真正拍一个真人版，一旦说我全模仿，他心里就崩溃了，就感觉这真人版倒不如说不拍了，还没有说这个自己欣赏漫画看动画那么得劲儿，没有必要翻拍吧，对不对？完全整一个重新翻拍，他可能影响了自己对于这个漫画的印象了，所以没有必要模仿，祝福他这个快乐吧。李奥爱喝饼啊，宇哥晚，感谢啊，这个捏碗。女朋友大我，这个宇哥勇士有没有可能交易格林呢？不太可能，交易格林其一他目前交易价值有限，其二你这么整完之后，这哥仨现在荣誉已经是非常厚，那就不可能，不会效仿 GDP 的，因为这个团队的文化这东西你一旦打断它干系甚大的话，你所以你轻易能敢交易吗？那就好像 GDP 你最终没让 GDP 完全终老圣安东尼奥马斯，是不是一大遗憾？当年托尼马克就不应该就把他能弄走，这没有办法，你除非说后来乔丹普尔逼宫了，那你把格林弄走，那倒没有办法，那也许最好就不要走。你说现在就已经荣誉等身，哪怕就此再也不拿冠军，这哥几个，那这荣誉那就无与伦比啊！现在都已经什么地位了？这哥啥呀？拿的成就携手在一块比 GDP 组合还要光辉呢，拿的。看尾吧，这个篮网不让欧文去湖人，欧文就摆烂到合同结束，篮网啥都不剩。欧文去湖人的话，评价一下阵容啊。篮网不让欧文去湖人，欧文就摆烂到合同结束啊。摆烂，那你谁怕你呢？对不对？再者一点，他不去湖人的话，那交易到其他球队，人家也可以很乐意，因为他现在是到期合同。到期合同一旦说到了赛季中期，我照样可以给你送走。其他球队出于这个也愿意要，而且你又是合同年，你敢不敢完全不玩火？你别听欧文话讲挺硬，到合同年你看他怂成啥样了，欧文呢？你那之前的能耐呢？你之前的骨气呢？完全不要了。所以这个阶段你别信，就是说他什么，我非湖人不去，不去我就摆烂。你敢摆烂？你敢摆烂？你要有这能耐，那你今年你就不至于说跟我篮网签约了，没有这能耐，欧文虚张声势。如果欧文去湖人呢？如果去湖人呢？整个这个队伍。看你要是仅仅付出韦少，我感觉挺有前途，仅仅付出韦少挺有前途，搭选秀权呢搭俩，哎，你要说这么个换法也不错，那看这个篮网队愿不愿意吧。如果愿意去呢，那湖人队我感觉凑合，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有风险，但值不值得一搏呢？多少还算可以，多少还算行，看完欧文届时在詹姆斯旁边能不能说一老本事看看。反正看起来欧文如果说这是直接单换威少啊，再搭一个首轮的话，那绝对是理想买卖，搭俩首轮值得思考。因为万一欧文届时真说跟詹姆斯又发生点矛盾，他又走了，留一地罗烂，你届时怎么办？这事也是个问题，可以拼一把，我感觉也可以拼一把，看这个篮网队愿不愿意了。这个 MOSHEN 的宇哥，这个看看古罗马工程师的视频好吗？所有弹幕叫的建议去看看古罗马工程师的视频再来叫，谢谢宝们。看啥视频呢？看啥视频？有啥可看？我都已经看多少这个原版视频了？那怎么的？你要是往恶意，不能说恶意吧，因为古罗马工程师也是咱这个好观众，各自有各自解读角度，但是我早就已经给出自己看法了。首先一点，他谈没有杜兰特能，球队无法这个夺冠，无法战胜这个骑士，这是很合理的一种说法。没有球员这个现役这身处一个优势团队，他愿意让堡垒怎么讲？因为自己的只言片语，使得呢让所有队友伤心，不可能这么干。因此他就没法这个说啊，没有杜兰特我们也能夺冠，这话不能讲。你本身就不能讲，还那句话，你们齐奥萨他都不能这么讲。再者一点，有前言后语，前面已经谈了，库里是遭遇的双人夹击是不是前提？库里双人夹击情况下不能为所欲为，当然了，有几个双人夹击全场双人夹击能为所欲为的？当然需要周围队友站出来了。那个阶段杜兰特到了那个级别，到了哪个级别？格林讲的是他到了这个全场遭遇双人夹击也能哇化解一些级别，没有，到了那个级别呢是一多打少级别，对不对？最多一打一的级别。当库里是全场被严防死守，格林都讲了，这玩意儿就是前提，格林讲的。还在磨叽这点事儿。
西园宴卷的这个宇哥胡金秋伤愈后，另外一点，你怎么这要不怎么说一个人啊，你要是对人都苛刻到这种地步了，你得反思你的问题了。为啥呢？你算一算格林他整个职业生涯，从一开始一二年进入联盟，一直到二二年打这十年篮球比赛，他是对库里维护多还是排挤多，他都已经被形容成李逵了。你算一算之前在场那会儿啊，他是维护多还是排挤多，他是平时整个职业生涯发言这块向来维护库里的一个人，结果就因为就这么一丁点小事，你算一算你得有多小心眼，你算一算你这么做你本身你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你让人家怎么干，对不对？人家就整个这么长时间，整个职业生涯十年抵不了一天一句话呀，你这你本身你这么做就是有问题的，你是成啥了呢？是不是这样？人家十年没讲过错话，这回你就非得抠出来一个，而且这东西我都跟你讲了，那是正常团队冠军骨干的发言呢，你为什么要过分解读呢？正常团队骨干呢，我说没有杜兰特少一个巨星我打不了对方，有错吗？而且那会儿有杜兰特情况下我都已经夺冠了，我凭什么把杜兰特抠掉伤了队友的心呢？其他队友也一勺会啊，相当于啊，这属于是 AOE 伤害。再有他都前言后语都搭完了，说了库里频繁遭遇夹击，你还搁这就纠结那个中间那个断章取义那个话呢，没有意义嘛。而且你这么整你显得你成啥了，人家十年一句话把人的这个就要把人踢走出队，你要说打得不好可以，场外格林讲了多少库里的话了，你还在纠结这个事儿，那是你有问题还格林有问题啊？你仔细回一回到底谁有问题啊？格林场上打得差你要说给他交易没有问题，场下人家十年如一日你还在挑剔，你这叫啥呢？这是是不是这样啊？你这对于格林他公平吗？对于格林来讲啊，他心里也合计这叫什么事儿呢？这叫是啊。西园宴卷呢，这个宇哥胡金秋伤愈后是否有海外历练站稳脚跟的可能，你对他上线持什么看法？没有，胡金秋他打法特点没有上球，在海外你就说投中距离，你是杜兰特呀，你有资格投中距离呀？没有，胡金秋他这个风格他就不太行，这在海外他肯定是不太好使，防守也不行，进攻端你指望你主打吃饼，他吃饼在海外那就不行了，那吃饼不见得比别的茶强的，对不对？别的茶那慢三步多少有点特色的，他去肯定不行。这个北纬47度，我和闺蜜共同喜欢一男生，这个我和他们互相喜欢但各自不敢表白，我敢抢先表白男并确立了关系，如何评价我的行为啊？啊，你和他们互相喜欢，互相喜欢但各自不敢表白，你抢先表白该男表白并确立关系，如何评价你的行为？你很强，对不对？你很说什么勇于这个在遇到机遇的时候把握住机会，那这怎么的闺蜜你互相之间确实喜欢，但是其他人都畏缩不前呢，你愿意挺胸向上前呢，人家感觉你确实挺胸向前挺好，对不对？人家就把握住，人家也把握住了，所以我感觉你俩这属于是双向奔赴了，其实人家也等待机会呢，那你看看你们几个到底谁更喜欢他，结果发现你最有勇气，那你不就上去了吗？可以，祝你俩这个未来能够长久这个维持恋爱关系，今后走得越来越远，祝福你俩。再见了各位观众，咱们这个下礼拜再见啊，再见了各位观众，感谢这个 Winter 和这个木森，你回去你反思反思，你看看你做这个事儿是不是我对于格林有点过于苛刻了，你要说你这么眼里不揉沙，你敢谁敢跟你当朋友？你包括这你勇士不也是吗？那你说内部一人就这么一个，你要说其他人也罢了，格林十年时间他讲了一万句好话，就一句有点瑕疵你就把人家挑剔成这样，那你算一算，你算你谁敢跟你交朋友啊？你要是这么个挑剔方法啊，对不对啊？这是有问题的。八神开始的篮下 INKVV 还有这个语说外物录完思考杀月北纬十七度还有这个爱谁谁乐，感谢各位观众，咱们这个下礼拜再见啊，下礼拜再见，再见了各位观众。